那我们就可以那个开始了。我按你们。好。好，那我们就继续开会。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列席的官员：我们内政部叶俊荣叶部长，会计处宋安烂宋处长，营建署许文龙许署长，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刘培东刘处长，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曾伟宏曾处长，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陈茂春陈处长，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杨摩林杨处长，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钟明山代理处长，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谢伟松谢处长，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游登梁游处长，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张维全张处长，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筹备处徐雅茹主任，城乡发展分署陈继明分署长，建筑研究所陈瑞麟所长，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杨清富董事长，财团法人台湾营建研究院杨义东院长，财团法人国土规划及不动产咨询中心陈明吉董事长，财团法人中央营建技术顾问研究社黄宏顺董事长，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简兴会检任视察，基金预算处戴群芳科长。好，以上哈。那我们今天接续处理营建署及所属建筑研究所主管收支部分及附属单位预算暨财团法人预算，请宣读预算数及委员提案。106年度营建署及所属建筑研究所税入预算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营建署及所属3402万4000元，第一目罚金罚演及代金749万4000元，第二目赔偿收入2653万元，建筑研究所无列数。第三款规费收入，营建署及所属1亿1626万元，第一目行政规费收入5151万8000元，第二目使用规费收入6474万2000元，建筑研究所预算数3123万8000元，第一目行政规费收入70万元，第二目使用规费收入3053万8000元，第四款财产收入，营建署及所属7517万9000元，第一目财产孳息7485万3000元，第二目投资收回无列数，第三目废旧物资售价326000元，建筑研究所42000元，第一目财产孳息42000元，第二目废旧物资售价无列数，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营建署及所属5亿元，第一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5亿元，第七款其他收入，营建署及所属4亿2893万2000元，第一目杂项收入4亿2893万2000元，建筑研究所106000元，第一目杂项收入106000元。106年度营建署及所属税出预算，营建署及所属预算数243亿4160万元，第一目公园规划业务1亿8908万2000元，第二目国家公园经营管理14亿5116万5000元，垦丁国家公园2亿4809万3000元，玉山国家公园1亿3012万1000元，阳明山国家公园2亿1347万4000元，太鲁阁国家公园2亿1051万5000元，雪霸国家公园1亿5556万6000元，金门国家公园2亿2517万4000元，海洋国家公园9964万4000元，台江国家公园1亿6857万8000元，第三目非营业特种基金
1亿3420万元，第四目一般行政16亿190万6千元，第五目营建业务25亿8444万8千元，第六目区域及都市规划业务1亿9726万8千元，第七目一般建筑及设备359万8千元，第八目第一备金301万7千元，第九目道路建设及养护616583万7千元，第十目下水道管理业务120亿1107万9千元，106年度建筑研究所主管税出预算，建筑研究所预算数6亿1438万5千元，第一目一般行政8142万9千元，第二目建筑研究业务5亿3277万6千元，第三目第一备金18万元，附属单位预算作业基金、营建建设基金部分业务计划请参阅，业务收支部分业务总收入38亿4330万2千元，业务总支出84亿8319万8千元，本期短处46亿3989万6千元，结缴国库金额5亿元，转投资计划部分无累数，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66万3千元，国库增拨基金额无累数，补办预算部分40万元，特别收入基金、国土永续发展基金部分业务计划部分请参阅，基金来源用途及预算部分，基金来源1亿3420万元，基金用途1亿3361万2千元，本期剩余58万8千元，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补办预算无列数。财产法人部分，台湾建筑中心预算收入总额1亿6799万6千元，支出总额含所得税1亿6669万6千元，本期税后剩余130万元。台湾营建研究院部分收入总额1亿2801万元，支出总额含所得税1亿2801万元，本期税后余处0元。国土规划及不动产资讯中心预算部分收入总额6282万元，支出总额含所得税6072万元，本期税后剩余210万元。财产法人中央营建技术顾问研究社收入支出及预算部分收入总额920万9千元，支出总额882万2千元，本期剩余38万7千元。委员提案部分，财产法人台湾建筑中心第一案，106年度支出为1亿6669万6千元，删减100万元，其余冻结300万元。第二案，业务收入编列1亿6669万6千元，冻结1/2。第三案，服务业计划业务会编列5934万5千元，冻结1/2。第四案，服务业务计划业务会编列5934万5千元，冻结1/2。第五案，服务业计划业务会5934万5千元，冻结1/2。第六案，主决议为减轻政府财政负担，财产法人台湾建筑中心及其主管机关应原拟加强其经费自筹能力，必力其业务发展健全以及长久存续，并于二个月内提交报告于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财产法人台湾营建研究院委员提案，第一案，劳务成本编列9949万5千元，删减100万元。第二案，主决议
台湾营建研究院兼助章程选任董监事规范及现任董监事组成方式与主管机关内部规范不符。该院董监事组成之专业管理阶层，前无政府遴聘代表参与，恐将不利监助单位监督。内政部应紧速改善现况，以为权益。财团法人国土规划及不动产资金中心委员提案，中心人事费编列2547万5000元，减列50万元。建筑研究所委员提案第二目第一案，建筑研究业务编列5亿3277万6000元，3减200万元。第二案，冻结建筑研究业务预算1/2。第三案，减列第二目委办费1000万元，另冻结5000万元。第三案，减列建筑研究业务中委办费100万元，另冻结200万元。第五案，建筑研究业务中编列委办费1亿3441万元，冻结3000万元。第六案，都市新建、都市与建筑减灾与调试科技精进及整合应用发展计划，安全防灾部分编列1107万9000元，减列100万元。冻结都市与建筑减灾与调试科技精进及整合应用发展计划200万元。第八案，建筑研究业务项下环境控制编列4亿2540万3000元，减列200万元。第九案，建筑研究所业务向下环境控制冻结4000万元。第十案，环境控制向下办理创新低碳绿建筑环境科技计划等案，4亿2540万3000元，冻结1/10。第十一案，环境控制向下编列3亿7764万元，3减2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十二案，环境控制下办理创新低碳绿建筑环境科技计划及永续智慧城市整合推动方案，计3亿7764万元，减列200万元。第十三案，环境控制向下创新低碳绿建筑环境科技计划与永续智慧城市整合推动方案，编列3亿7764万元，冻结2000万元。第十四案，环境控制向下办理创新低碳绿建筑环境科技计划及永续智慧城市整合推动方案，3亿7764万元，冻结减列1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十五案，环境控制之智慧绿建筑与社区推动方案，编列3亿5290万元，冻结20%。第十六案，环境控制向下办理创新低碳绿建筑环境科技计划等，4亿2540万3000元，冻结1/10。营建署委员提案部分，税入，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106年度预算税入科目第二款第二项使用规费收入60万元部分予以删除。第一目第一案，公园规划业务预算1亿8908万2000元，冻结500万元。第二案，
公营规划业务编列1,898,082,000元，冻结10%。第三案，公营规划业务向下一般事务费编列4,642,900元，删除1/5。第四案，督导国家公园建设计划之推动与宣导，编列3,377,000元，减列100,000元。第五案，办理国家公园经营管理之推动及督导相关事宜，3,377,000，冻结1/3。第六案，收集并编辑有关国家公园法规及资料的业务费，冻结100,000元。第二目，国家公园经营管理。第一案，国家公园经营管理编列14,115,115,000元，删除10,000,000元，冻结1/10。第二目，国家公园经营管理编列14,115,115,000元，删减400,000元，其余冻结800,000元。提案第三案，垦丁国家公园经营管理编列2,48,093,000元，删除800,000元，冻结1/10。第四案，垦丁国家公园编列预算2,48,093,000元，减列300,000元，另冻结500,000元。第五案，冻结垦丁国家公园经营管理预算2,400,000元。第六案，冻结垦丁国家公园经营管理1,000,000元。第七案，垦丁国家公园经营管理计划向下编列员工工作服、工作鞋等制作经费891,000元，减列300,000元。第八案，垦丁国家公园办理梅花鹿富裕区经营管理经费500,000元，全数冻结。第九案，垦丁国家公园经营管理办理土地购置计划编列560,000元，全数冻结。第十案，玉山国家公园经营管理编列1,3012,100,000元，减列300,000元，另冻结500,000元。第十一案，玉山国家公园经营管理编列1,3012,100,000元，冻结1,500,000元。第十二案，玉山国家公园经营管理计划向下编列员工工作服、工作鞋等制作经费909,000元，减列300,000元。十三案，阳明山国家公园经营管理编列2,1347,400元，删除500,000元，冻结1/10。第十四案，阳明山国家公园经营管理减列300,000元，另冻结500,000元。十五案，阳明山国家公园经营管理编列委办费1,604,000元，减列200,000元，另冻结300,000元。冻结阳明山国家公园经营管理预算2,100,000元。十七案，冻结阳明山国家公园经营管理1,000,000元。十八万，经营管理计划预算阳明山国家公园编列8,858,800元，减列300,000元，冻结500,000元。十九案，阳明山国家公园经营管理计划编列8,858,800元，冻结500,000元。二十案，阳明山国家公园经营管理计划编列员工工作服制作经费846,000元，减列300,000元。二十一案，阳明山国家公园解说教育计划解说志工招训服勤服装保险及志工联盟大会活动编列300,000元，减列150,000元。二十二案，太鲁阁国家公园编列2,1015,500元，减列300,000元，另冻结500,000元。二十三案，太鲁阁国家公园经营管理费用编列2,1015,500元，
冻结2700万元。24案，泰鲁阁国家公园经营管理编列委办费943万元，减列100万元，另冻结200万元。25案，泰鲁阁国家公园编列员工工作服制作经费855000元，减列30万元。26案，泰鲁阁国家公园经营管理解说教育计划办理国家公园年度志工招募培训及志工执行计划相关业务，编列300万元，减列150万元。27案，雪霸国家公园经营管理冻结3600万元。28案，金门国家公园管理编列2亿2517万4000元，删除600万元，冻结1/10。第3目，非营业特种营业经列之基金第一届国土永续发展基金编列1亿3420万元，冻结5000万元。第4目，一般行政，公园规划业务向下业务费合计编列3476万1000元，删除200万元。第2目，一般行政，办公大楼水电费及其他动力费编列324万5000元，减列10%。第3案，一般行政向下办理员工庆生、自奖活动、登山健行及各项竞赛等文康活动，编列172万2000元，减列1/2。第4案，一般行政向下编列退休退职人员三节慰问金，全数减列。第5目，营建业务，营建业务业务编列258448000元，减列500万元，冻结5000万元。第2案，营建业务删减200万元。第3案，营建业务冻结8000万元。第4案，营建业务冻结500万元。第5案，营建业务向下对国内团体之间808万元，减列200万元。营建业务向下国内旅会编列1040万8000元，减列100万元。第7案，冻结营建业务向下办理国土海岸地区及土资洋土资厂等计划之原理审议规划管理300万元。第8案，冻结营建署业务向下都市计划法规原理案件审议及都市开发建设70万元。第9案，营建业务住宅计划住宅政策之推动及建筑开发经理业辅导管理，增列拨补住宅基金10亿2943万9000元，删除1/10。第10案，营建业务向下住宅计划住宅政策之推动及建筑开发经理业辅导管理，其中办理住宅需求动向调查费195万元，删减30万元。第11案，住宅计划住宅政策推动及建筑开发经理业辅导管理，其中奖补助费编列10亿2943万9000元，冻结6亿元。第12案，住宅计划住宅政策之推动及建筑开发经理业辅导管理，编列10亿3325万3000元，冻结1/10。第13案，住宅计划住宅政策之推动及建筑开发经理业辅导管理，冻结1000万元。第14案，住宅计划住宅政策推动及建筑开发业经理业辅导管理向下奖补助费，冻结500万元。第15案，住宅计划住宅政策之推动及建筑开发经理业辅导管理，拨补住宅基金10亿2943万9000元，冻结500万元。第16案，营建业务向下城镇风貌行塑计划编列13亿5000万元，删除1/10，冻结1亿元。第17案，城镇风貌行塑计划
减列5000万元，18案；陈镇风貌行塑计划删减350万元，冻结1000万元。19案：陈镇风貌行塑计划减列200万元，另冻结500万元。20案：陈镇风貌行塑计划冻结1/5。21案：陈镇风貌行塑计划冻结10%。22案：陈镇风貌行塑计划冻结5000万元。23案：陈镇风貌行塑计划冻结1350万元。24案：陈镇风貌行塑计划冻结1000万元。25案：陈镇风貌行塑计划冻结500万元。26案：陈镇风貌行塑计划冻结200万元。第6目：区域及都市规划业务减列2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2案：区域及都市规划业务向下编列花东地区永续发展策略计划、养生休闲及人才东移推动计划，编列1590万元，冻结300万元。第3案：花东地区永续发展策略计划、养生休闲及人才东移推动计划，冻结1/10。第4案：区域及都市规划向下区域规划预算150万元，冻结。第5案：花东地区永续发展策略计划编列1590万元，冻结100万元。第6案：国家重要湿地富裕向下编列国家湿地保育计划1亿2620万元，删减200万元，冻结600万元。第7案：国家湿地保育计划冻结5000万元。第8案：国家重要湿地富裕计划冻结5000万元。第9案：国家重要湿地保育计划冻结1/4。第10案：国家重要湿地富裕冻结2000万元。11案：国家湿地保育计划冻结10%。12案：国家重要湿地富裕计划冻结1200万元。13案：国家湿地保育计划编列1亿2620万元，包括委托费9347万及奖补助费2503万元，冻结500万元。第14案：国家重要湿地富裕冻结200万元。第15案：区域及都市规划业务向下都市计划图书重置及加值运用编列4130万元，删除1/2，并冻结1/2。第16案：都市计划书图重置及整合应用计划减列100万元。17案：都市计划书图重置及整合应用计划冻结1000万元。18案：都市计划书图重置及整合应用计划冻结600万元。第19案：都市计划图重置及加值应用冻结400万元。20案：都市计划书图重置及整合应用冻结400万元。第9目：道路建设及养护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都市建化编列50亿元，减列10%，并冻结20%。第2案：道路建设及养护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编列50亿元，删除10%。第3案：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编列50亿元，减列4000万元，并冻结5000万元。第4案：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50亿元，减列500万元，另冻结2000万元。第5案：道路建设及养护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
删减500万元，冻结2000万元。第六案，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置计划冻结5亿元。第七案，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冻结5亿元。第八案，生活圈道路交通建设系统冻结1/10。第九案，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冻结1000万元。第十案，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冻结200万元。第十目，下水道管理业务编列12亿1107万9000元，删减业务费500万元，冻结奖补助费2000万元。第二案，下水道管理业务编列120亿1107万9000元，减列500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三案，下水道管理业务其中污水下水道建设经费编列120亿830万元，冻结200万元。主决议第一案，要求营建署全面检讨国家公园违章建筑处理，以积极查验土地应用情形，并于2个月内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主决议第二案，要求营建署就如何提高国家公园巡逻取缔成效，提出具体改进方案，以2个月内向内政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主决议第三案，为维护民众休憩安全，应紧速通过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组织法，在组织法未通过前，应由中央专案拨款先行修缮，并针对修缮进度安排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限定会刊。主决议第四案，为有效督促内政部社会住宅业务，营建署应将此项业务计划列为重要管考项目之一，定期追踪，并将每季办理进度之书面报告送交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主决议第五案，相关再生能源发电设施应属合于海岸管理法第31条第一项但书规定，得于近岸海域或公有自然沙滩设置，内政部应以必要时纳入相关执法明文规范。主决议第六案，由公部门所设置而阻碍行人通行之街道设施，各负责单位应善加盘整，并严拟对策，原要求营建署于6个月内向内政委员会提出相关报告。附属单位预算部分，建设基金第一案，住宅基金向下劳务成本一般服务费、住宅业务承揽外包费编列540万元，冻结100万元。第二案，住宅基金行销及业务费用1643万8000元，减列200万元。第三案，住宅基金其他业务费用向下费会捐助补助分摊救助计以交流活动费，补助地方政府社会住宅中长期推动方案9亿9943万9000元，冻结800万元。第四案，补助地方政府办理租屋服务平台示范计划698万5000元，冻结100万元。第五案，补助地方政府办理包租代管示范计划3000万元，冻结1/2。第六案，补助地方政府办理包租代管示范计划3000万元，冻结100万元。第七案，住宅基金其他业务费用向下各项住宅贷款利息差额及租金补贴编列46亿7138万1000元，冻结500万元。第八案，新市镇开发基金向下营建及加工品销货成本材料及用品费编列14亿6541万2000元，冻结500万元。第九案，新市镇开发基金编列行销及业务费用110万元，减列300万元，减列30万元。第十案，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行销及业务费用
3053万7千元，减列200万元。第十一案，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行销及业务费用，业务费用里面一般服务费编列1422万7千元，删减100万元。第十二案，中央都市更新基金编列2亿4500万元，删减500万元，冻结1亿元。第十三案，中央都市更新基金其他业务费用捐助补助与奖助编列2亿45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十四案，都市更新基金编列补助政府机关购办理都市再发展及公共设施用地检讨之规划费用6500万元，全数删除。第十五案，中央都市更新基金办理公共设施用地之检讨规划费用6500万元，减列1/2，其余补助费用全数冻结。国土永续发展基金第一案，国土永续发展基金编列会费捐助补助分担照护救济与交流活动费捐助补助与奖助9000万元，减列50万元，冻结300万元。第二案，主决议，内政部需积极督促该基金106年度计划妥善规划执行，以发挥基金最大效益，并每季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提出报告执行概况及成果，予以追踪监督。委员 Glass 提案。营建署第二目第二节，冻结236万5千元。第二目第四节，冻结315万元。第二目第四节，减列2105万1千元，冻结2105万1千元。第二目第五节，冻结2105万1千元。第五目，减列40万5千元，冻结40万5千元。第六目，冻结75万9千元。第六目，冻结41万3千元。主决议，请营建署与原住民族委员会共同研议建筑执照使用执照之申请及核发程序，如何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主决议，请营建署本于业务主管机关之权责，加强向各直辖市及县市及其承包商宣导劳工施作之安全所责，并视情况由各级劳动机关进行安全检查，以免发生憾事。主决议，请营建署务必于都市计划法、都市更新条例或相关法令中研议行政机关或拆除人与拆迁户间之评估、协商及执行之程序，不但符合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之要求，亦协助各级政府明确程序得以依循，以解决破迁计争议。主决议，请内政部营建署规划相关住宅政策时，宜适度考量生理、心理、教育、种族、医疗需求之特殊性，并积极与利害关系人沟通协商，以利妥善规划适宜之社会住宅等相关政策。主决议，请内政部营建署宜划设海岸保护区计划或海岸防护区计划时，考量当地原住民族之需求，并与当地民众建立有效沟通、宣导及凝聚共识。倘若牵涉原住民族土地权益之地区，确实践行原住民族同意权机制，降低当地民众疑惑与不安，以达促进海岸地区之永续发展之目的。主决议，请营建署就规划国土计划法相关执法及计划时，切莫落入现行分区管制之填空应对，
依从零基规划整体考量而后各国土分区之发展，尤其已以相关执法及计划中特别考量三地原住民族地区承受地目编定错误及长期土地需求不足之情形。主决议，请营建署与当地民众建立有效沟通宣导及凝聚共识，并与地方政府及当地民众建立良善之沟通协调及辅导机制，降低当地民众疑虑与不安。主决议，请营建署与原住民族委员会共同研议，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的第二项后段补偿基于限制所生与损失，同条第三项提拨一定比例之盈利所得，纳入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或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2条建立共同管理机制。宣读完毕。好，那我们现在进行协商。财政法人预算委员提案数比较少，我们先从这边开始进行。好，那我们现在请大家移驾来去协商。这个还没赢呢、啊，阿欢，今晚，你们要提起这下晡的代志啊？OK， 那各位，我们就先从这个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开始哈。那我们在第一，总共是六案嘛哈，就含主决议有六案，那我们就一案一案来好了。那第一案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先请说明一下？喂，跟主席说明啊，就是那个有关第一案的部分，就是我们那个一直那个可能这边有一些要去澄清了哈。我们要去，比如说中心仰赖政府的委办及捐助收入哈，这边写说从36% 就39%到40% 到17%啊。事实上，我再澄清说这个部分委办案的部分，大声一点，委办案的部分呢、啊。事实上，这是属于政府公开招标，我们建筑中心去投标争取来的自主筹营运的一个项目哈。这有6000多万的预算，这个部分事实上应该不是政府补助的，因为政府补助部分只有这个在我们编列的700多万的一个补助费用，就是在表格里面。那这个补助案，我们历年都是在大概10% 左右，那么106天已把它降低到4.58% 了，所以这个部分是这样的，跟各位委员说明了，所以我们是知道没有去太开拓这些费用，我们事实上是开拓了很多委办的费用，委办费用就是我们是政府采购公开评选招标去得到的业务，也是我们自主营运的一个费用之一。好，赖委员，这你的提案，他做了这样说明，嘿。好，预算上我是没有特别的坚持啦，不过我就希望说这个能够未来持续来那个，我知道执行长这边很有理想性啦，我希望未来持续来改善这边的一些状况啦，好，把它预算达到最大的一些效用，好，好，好，谢谢。好，这赖委员不坚持的部分有没有经过说明哈？那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第一案就照列哈。那我们第二案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好。第一案照列是指台湾建筑中心。台对啊，不是啦，不是税入，没有，不是税入。
财团法人哪一团？对，拍谁？助理。好，不要紧，你请讲。这个第一案跟那个二三案都是这个建筑中心的，对不对？对。我们现在谈的前六案都是。对，那我主要是想要表达说哈，其实按照相关的这些规定啊哈，政府在补助或者是在有经费进入到某些社团或者相关的协会的时候，其实都有规定，它必须是一个运作正常的，而且它必须是按照相关的程序要改选要干嘛。但是这一家接受这个营建署补助的这一家，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改选，也没有相关的这些会议。好，啊？什么？我们是建筑中心，我们是台湾建筑中心。对对，但不，这一个台湾建筑中心，你们已经很多年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做这一些动作了吗？有啊，我们每三年都要改选。每三年改选，最近一次什么时候？今年的八月十九号。今年的八月十九号，但是我这边的资料哈，我看一下，稍等一下。那是台湾建，不是我们，不是建中心。但是台市也有啊。嗯。台市也是你提的吗？对对对。啊，你基本。那个实力建筑发展协。啊，拍水。哦，主席，那这就是那个建筑中心，是建筑啊，好，没关系，那我们继续啊，不好意思，不会。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案哈，第二案也请说明一下。好，那第二案有关那个也是跟第一案是一样，我们那个整个的委办收入就是自己去标的案子了哈。那这些至于说我们效益评估的部分，我先讲我们这个效益评估，我们每年那个。好，就这样。好，那我们这个整个的效益评估里面，我们每年哈都有那个都有变效益评估哈。比如说，这主要是说我们接受标章的审查部分啊，逐年都有提升啊。这部分我想这个跟委员报告说，像我举个例来讲哈，就是以那个标章核发的部分，我们从那个去年是就这三年度是从610件、710件到现在750件这样的一个件数一直在提升。那还我性能评定也是从250件到345件到300件，也是说几轮提升。那智慧化的部分参展人数也是达到将近从12000人到现在已经3万人的一个提升哈。那还我性能评估的部分也从原来的55件，现在是94件，现在到70几件这样的一个都在提升的这样的方式。所以这个我们都有提出这个效益评估的方式给内政部。我们请李俊伟。我提这个案有两个目的啦，是第一个目的，建筑中心其实是很多部分是接受这个委办哈，然后去处理这个标章的认证哈，和其他材料的研究的部分哈。那但是在你们的计划书里面，其实都没有把这些写清楚，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委办了哪些东西？好，这个你们没有写清楚。第二个，我要提醒你们是财团法人，好，你们是财团法人，接受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那不是把所有政府捐助的都拿去用。你们到现在为止，你们捐助的部分其实都没有讲清楚，你们到底有多少捐助？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设计的目的，都是要帮你们多争取，好，这个各项的捐款的来源嘛，这才是真正财团法人设置的主要目的嘛。你们现在大部分的还是仰赖政府的委办嘛。好，所以这两个东西，我希望等一下说明的时候跟我们说明清楚说，说啊，这两个东西你们准备怎么改善？因为你们这个部分哦，被提出来，每年都是同样的问题嘛。好，政府到底委办你什么？你在预算书里面没有呈现。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们捐助的部分，除了政府的委办以外，其他捐助的部分到底有多少，来源多少？那你们做了哪些努力？这个才是财团法人真正设置的目的。好，请说明。好，请说明一下。好，跟那个主持人跟委员说明了，就是我们这个针对
整个的费用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要自主营运，所以我们把那个整个接受政府的补助的部分已经降到4%多而已哈。那其他是委办的部分，就是我们政府的采购公开评选的部分，我们去接我们去争取来的一个，也是属于那个前上届立委要叫我们要自主营运的部分，我们提升到95%这样的方式啊。那我大概跟各位解释一下，我们大概哪些是接受那个委办的一个的机关哈，就是。因为委办的部分就是说，比如说各级的县市政府的一个公开招标案，还有那个像实质中心、工研院，还有内政部，这很多都办县市政府哦，这是他们公开招标，我们就要去标案，所以每年的那个预算那个什么要标案都不是很清楚哦，所以我们就是每年度都要去争取这样的预算来自主营运，包括一些民间的部分，像中心供应社、威力风扇，或有金融企业，这些都是民间的那个委办案，我们也要去争取这样的方式来补足我们这个整个公中心营运的一个不足，所以我们就是尽量都降低到整个补助案了、啊，补助案是直接跟我们费用的那个是降到剩下700多万而已啊，一年度，所以是降到4%多了，各位这样说明。所以那个李委员刚才的要不要再进一步呢、那個？我对预算的部分我不坚持了哈，但是我提醒你们这两个部分一定要做到哈。你们过去的预算确实写的不够清楚了，好，那个这个捐助啊募款捐助的计划还是要让我们知道一下，好不好？好，谢谢文，好，谢谢。那我们第二按照列哈，那我们第三、第四、第五好像都是在谈有关于这个。防火相关的这个议题哈，是不是请一并说明好不好？三四五，那我跟委员说明，就是那个有关系能评定的部分了、啊，就是可能是有那个委员说有些是被这民怨比较多，好像拖得比较长哈、啊。那这部我们有检讨，我们现在把那原来的30天缩减为14天的哈、啊，就不含他们单位写的计划书，他们送审的条就改修改的部分，在我们中期里面办的是14天以内就一定要把它审完，这是我们来的。那整个的那个我们的业务收入、业务的费用哈，除了防火性能评估之外，包括那个所有的那个费用，那个有编的5000多万的费用是，包括要做绿建筑的标章，绿建筑的绿建材的标章、防火性能的评定、防火避难安全的技术的审查，还有建筑材料的检测跟咨询服务，还有智慧建筑的标章、智慧性能的评估，还有耐震标章、防火标章，还有教育训练，这10大项是我们在做这个服务计划的所有的费用内容啊。那主要这个防火性能评估，我们今年就编的1000万左右的那个整个技术服务的费用啊，没有到这么多，所以我们在那些所有的那些5000多万的费用是涵盖所有的这些所有的总服务的费用的内容。那我们已经把那个委员的那个感谢委员的建议，我们已经把那个所有的那个审查的部分，尤其防火部这块审查，就把它降到14天年，就把它处。那现在你要跟营建署这边在做整个怎么样作业的一个流程的改善。以上报告先。好，请问一下陈委员、杨委员有没有要垂询？嘿。我这样好，请问董事长，你那几个10个啊哈、哎，标章是民间跟你申请，还是你认证要自己花钱的、啊？民间申请啊，民间要缴钱给你们，对，缴费用给你们，对，是等于税入还是税出啊？对，民间啊，你行政令的收入、啊。税入啊，但是我们也要支出给委员审查的费用，也要支出税出。啊，这个是经过政府同意的定的标准，他们缴要审查绿建筑多少钱都是政府标定的标准了、啊。我们是接一旦民间审查以后，所以我们要提升绿建筑的审查的标章的数量，还有耐震标章数量。我都爱开，没挖到全盘呢。嘿，要因为10大项要申，其实每一项都不是很多，都只有几百万、几千万这样而已啊。因为它有10大项的标章要申请。好，了解。那防火系统是1000万而已。好，了解啊。好，谢谢。是，杨伟，我只是在预算的部分哈，刚才关心这个费用，那另外我是关心说，这么多年的这个一直已经也推了好几年这个业务嘛，对不对？对。但是在这些年里面，你们在业务精简、程序精简哈，乃至申办流程上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一个进步？因为大部分都是听到说这个程序非常的缓慢呐、啊，然后也没有说
有一个精简，它是一个好的事情。可是如果说好的事情因为程序或各方面它没有进步的话，而导致反而变成是造成很多的麻烦，或者很多很多实务上的一个困扰，其实这样反而是会造成民怨的。那这个就是提醒你们在这一个部分可能要再想办法看看这个程序啦各方面怎么样再来改进啊。好，感谢委员的那个提醒哈。那我们针对这个标章申请，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防火性能评估，已经从30天打降到十四天以内把它完成了。那另外就是那个绿建筑标章，我们也有南部的审查的委员，中部审查委员，我们是下放到各地方的教授、各种审查委员这样机制，也缩减这个他们从地方送到台北审查这样的一个这么长的一个路线哈。我们现在这个都已经在改善，就是让中那个南部有一个成功大学那边在审查，那个中部是有逢甲大学那边在审查，这样等于是中部跟地区现场，这样比较节省他的审查时间。好，那请继续加油，然后因为你们这单位非常专业，大家都很仰赖你们，所以你们希望你们的时间要更有效率。那我们请吴新民委员。针对2-5哈，哇，冻结3000万哈，三千万的理由就是我们的委外哈，委价率太过高了，从101年哈到100。台湾建筑的阿伯高这样，好，拍水，了解，谢谢，谢谢哈，好，那我们谢谢，我们就二，对不起，因为我刚才是说我们先从那个财团法人开始了哈，拍水，那三四五就到列了哈，那我们现在就第六案，请说明一下。是主决议了哈，主决议你们看了以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就通过哈。好，那我们台湾法人台湾建筑中心就这样子了。好，那好，那我们接下来换财团法人台湾啊，对不起，李俊义委员，嘿。你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嘿。这杨董事长了哈，就是刚上任哦，拜托你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刚刚提及的这个有关捐助的这个部分哈，你们以后要定期送到内政委员会来让我们知道哈。过去的做法确实非常不理想了哈，过去做法非常不理想，我希望你上任以后有所改进哈。所以这个部分我提醒我们的这个财团法人哈，我们这个部分还是要基于你们的职责来做事哈。谢谢，好，谢谢指正，以后照办了。杨董事长在高雄做绿建筑做得很好，所以希望你发挥长才，让大家全国都看到你们的改。好，绿建筑真的在我们杨理事长的带动下做得很好。好，谢谢你，那我们就一个段落哈。那我们接下来是财团法人台湾营建研究院的部分哈。咱等下肯定国家公园才好，你好好表演哦。梅花鹿，那我们是不是请那个院长啊？哈。有两岸哈，是不是都请说明一下？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哈，那这个台湾营建研究院，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哈，那我想就这两个案子来跟各位委员做一个说明哈，在第一个案子的部分。有关于我们的这个营收的部分，在这个政府委办跟民间委办哈，在这个案提案里面，是因为他只有查询到这个台湾采购公报啦。那事实上，我们民间委办的比例已经超过50%，大约是在54%左右这样子。所以这个政府委办的部分42%，那么是完全没有政府的捐助的部分哈，都是要争取的这些案子。那这个要跟委员做说明哈。那这个部分有提到说为什么增加了这个100多万哈，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争取哈这个收入能够增加300万。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所以需要这100多万的劳务的这个成本的支出。那这个部分也请委员来做一个参考。
请问主席是两个案一起讲还是？说明好了，哦，好。那么第二个案子，那个跟各位就是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下哈，就是说，没事，那个第二案是主决议，你们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待会再处理好了。好。那第一案的部分，那个赖委，先请赖委员好了，第一案。好，谢谢。我想预算上我没有特别的意见啊，然后只是说这个部分还希望那个，因为从101年开始之后，其实逐年。整个一些税后的一些经历状况都不理想了，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再做一些改善，好不好？预算上我不坚持哈，没有意见。那请陈委员，我请教哈，建植中心跟台湾营建研究院两个差别在哪里？我那个刚迷迷糊糊，到底是要找您带一个，我嘛傻不呢？你给我解释一下。啊，当然，建植中心的董事长离开了。啊，研究院跟建植中心到底差别在哪里？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就我们的这个大概建筑中心是比较偏建筑，那营建研究院是偏土木，就是公共工程、基础建设的部分。部长考虑啊，这两个单位可以结合在一起了。我先跟你提醒，我觉得这个是巧立名目，另外说出来的。第二个，我请教董事长。哦，我现在很怀疑你105年度、106年度总收入跟总支出都一样，刚刚好，哪里有刚刚好的时候？今天啊，多少收入多少就花了多少，这个要改进啊，这个报表做的不怎么好了，啊，我要多会改进了，好不好？改进，谢谢委员。要 plus， 不要说全部揭露，人家从你看101年度还有。结余200多万、200多万、152万，到现在都玩得刚刚好，啊，账很会做了，但是这账看起来都是做假账的，好不好？改进一下啦。我们会注意。好，谢谢啊、哦。因为我们在审预算前，我也跟陈昌明、赵伟一样的问题，所以我有请他们来跟我也介绍一下他们到底是什么。那后来才发现说，他们很奇怪，他们的钱哦，是远古以前有退伍会出了一点点钱。然后他们就变成了我们要监督的对象。其实他们都是退伍只出一点点哦，其他都是台大跟台科大出的，所以他们有台大跟台科大轮流当董事长，然后做的部分的、哦、不过，但是您指的不是那个主席，你指的是那个营建研究院的部分，是不是？因为它一共有三个，一个建筑中心，一个营建研究院，还有一个建筑研究所，是不是？对，这是名称都很像。等一下我们还会审到那个建筑研究所，对不对？对呀、啊，是公部门。对的，对，但是，等一下，他们出发的背景完全不一样，就是，嘿，这次这个是退辅会跟台科大、台湾大学那个时候70年的时候成立的，农工处了哈。主席说明，我们是35年前成立的，35年前，所以我们那时候成立的时候都还没有另外两个。对，好，你改天再跟各位委员介绍一下你们。服务的内容好了哈，是，谢谢。好，那主决议的部分你们 OK 吗？没有意见。是，好，那我们就通过哈。OK， 那就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换财团法人国土规划及不动产资讯中心有一案。嘿，请说明。好，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好，大家好哈。那我们这一案的话是被建议删减预算50万哈。那我必须先澄清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心呢、啊，从民国95年就没有接受政府的这个预算的这个捐补助了哈。那所以说中心的经营都是自给自足为主。那业务收入是这个按照公开的这个方式参加投标，然后按照政府的采购法。那所以说我们的预算是自己设定的目标，是自己设定的目标，然后要去达成的。哎，那并不是说是接受到政府的一个预算的一个补助，是这样子的。那至于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员工人数增加一位，然后薪资也相对增加的话，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设定的这个业务目标，需要禁用比较高阶的同仁，所以说高阶同仁的话，他薪资比较高，所以说才会把那个薪资才会比较多一些这样子。以上说明。好，请赖委员。
好，谢谢陈董事长说明了。我想预算上我也没有意见，不过我希望既然有聘的比较好的人才、哦、希望扮演到更好的一个效果了、哦、好，那我就预算上就没有意见。好、哦、好，好，我们请陈昌明委员。海林不干不下下哈，那个陈董事长哈、哦，你的国土规划主要做哪一些？跟我讲一下。哦，今茂姐，国土规划法、国土计划法是由你们这边主导的，还是内政部主导的？那个我们的中心呢、啊，主要在做国土的空间规划。什么？国土的空间规划。国土的空间，怎样叫做空间？我爱问我详细，我这不就是说空间化，就是说哪个地方应该发展什么这样子？哪个地方国土应该用怎么样去用这样子？那我要给你提供说哦，苗栗的国土规划，你们是怎么规划？你们空间在哪里？能不能一份报告给我们？因为啊哈，部长，我苗栗县的农业区你们划的特别大，别的地方都减少，只要苗栗跟我们增加哦，我一定要得到这个资料。哦，因为我们的面积也不是最大的，但是突然把我，比别的县市啊扩大了很多啊，是不是因为大埔事件你们就要乱扩大还是怎么样？我是特别看这個，啊！你搞个苗栗的国土规划、哦、空间的，你搞讲那个空间的规划，你搞讲这。那个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我们也是接受政府委托啊。你苗栗编的给我，看你多久能提出来，我就了解你们有没有在做事情。假如说我们有做到苗栗的，还没做到苗栗啊、哦，编了几十年都没有做到苗栗啊。这个我还在知道。好了，我听你们的话都懂了、啊，这个都是在安排人事的。你并不是，因为我们你说成立了那么多年，你国土规划一定有每一年都有审视嘛？什么怎么等到苗栗县来、嗯、啊？我们排着走啊，不然你现在做哪一些审视？跟我讲。好，我回去查一下，只要有的话一定。还要查？你刚刚到现在还是怎么样？还是。不好意思，我兼任的董事长，所以说业务执行的话，我可能就要兼任多久了？两年多。两年多应该很熟了，不用收回去再看看报告了。你兼任的话，专心一点啊，好不好？好，谢谢。好，那个我们陈昭伟关心的苗栗的资料，请提供给他哈。好、嗯，那我们就照例了哈。那我们没了哈。那接下来的是。财团法人中央营建技术顾问研究社无提案，预算照列。好，各位，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建筑研究所的部分。哦，我们陈明文委员例会指导。哦，好，那我们已经处理完财团法人的部分，我们宣读一下，再继续协商哈，不好意思。好，我们为了让这些已经审批也可以先离开哈，我们就先宣读一下。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等四案均审查完毕，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请问是否需要经党团协商？好，不需要哈，请对一位委员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由本席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好吗？好，可以哈。那我们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协商，谢谢。好，那我们现在继续针对的是建筑研究所的部分哈。
员建筑研究所在那个第一案到第五案都是第二幕的部分，但是有的是小节，对，第一节你刚讲的讲第一节，第二幕全部都是第二幕的，对不对？二之一、二之二、二之三、二之四，这两个是全部的。好，二到五之五的是什么？好，我们这样好不好？就是二之一到二之五，你们说明一下啦，好不好？他在关心的有三项事情，第一个是徐政委委员关心的这个项目，然后第二是杨委员关心的这种改选的部分，然后接下来第三四五都是讲委办费的，可不可以请一并说明一下？好，内政部建筑研究所这边说明哈。那个有关那个委员这一次提案的部分啊，大概关切的部分二至一案，跟这个后面的二至八、二至九以及二至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啊，这些案子大概都是针对我们绿建筑标章啊合可的建数，大概以公有的为主啊，那民间的比较少哈。那另外就是说住宅的建数也偏低，另外委员也特别帮我们去估算了一下，大概我们合可的这些绿建筑标章跟那个使用执照之间的比例好像也偏低啊。那这个部分我一并来做说明啊。有关绿建筑标章制度啊，它事实上是一个自愿性的标章，也就是说它不是法令规定的啊，它没有强制性啊，它必须要业主自动自发的来申请啊。所以我们在民国八十九年的时候建立了绿建筑的标章制度，一开始建立的时候事实上来申请的很少，最主要是因为绿建筑的知名度其实是不高的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免费到每个地方去办理讲习会，推广这个有关生态节能减费健康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绿建筑的一个概念，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有比较好的生活环境啊。那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八十九年跟九十年，大概来申请的案件数，大概都是只有个位数而已啊。后来我们就订了一个叫做绿建筑的推动方案，经过行政院核定通过了以后，就要求这么好的一个政策要由政府的公部门开始做起啊，所以由政府来开始带头，然后希望民间能跟进，然后形成一股风潮啊。那所以从九十一年开始，大概绿建筑来申请评定的建数啊，就大幅的成长。那一直到去年104年，我们绿建筑的案件数大概成长的情形是大概一年有五六百件啊。那今年度大概已经达到600多件啊，所以它的那个成绩事实上是有大幅度的成长。对。对，我现在在讲的是，绿建筑的标章啊。那等一下，那个陈委等一下哈，因为他还有那绿建筑标章之外呢，有些委员他有关心到的是，对，我这个要讲完吗？好啊，因为住宅的案件数偏低这个部分，我还是要稍微说明一下啊。那个住宅案件数基本上，因为我们那个绿建筑标章的制度，它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说规划设计完成的时候，它是先来拿候选证书，然后那个这时候是建筑物还没有完成嘛，所以它实体没有出现。那建筑物完工了以后，建筑物的实体出现的时候，拿的是绿建筑标章啊，所以有时候这样一拖，大概工程两三年啊，所以候选证书跟标章是要一起算的啦哈。那委员在指教的时候，可能只有针对这个标章这个部分。那事实上，住宅的建数我们稍微算了一下，大概每一年啊，大概现在每一年大概都有100多件啊，104年大概有100多件啊。所以住宅的建数现在是民间绿建筑里面大概占大宗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委员也很辛苦帮我们去算那个有关占那个使用执照比例的部分啊，那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绩效的算法，那我们也去算了一下啊，那个绩效的部分有关那个使用执照的比例啊，事实上我们是用总楼地板面积下去算的啊，用总楼地板面积下去算的话，大概是101年大概是占总楼地板面积的8.95%。
可是到了105年十月底啊，这一年度我们今年度大概就已经成长到20%左右啊，所以使用制造这个部分也有明显的逐步成长。这是有关绿建筑的部分啊，在这边做一个说明啊。那这样好了，因为绿建筑案子比较多哈，是，各位，我们这样先处理绿建筑好了。它是这样子，第一案以及第八案之后啊，全部都是讲同一件事情，我们先处理这块好了。好不好？所以请问关心所有跟绿建筑业务有关的委员，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大家讨论一下？啊，请陈昌明委员。好像绿建筑是最新的潮流。我们从啊建筑中心，还有刚刚那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名称太多，那个叫什么单位？还有营建研究院，还有我们的建筑研究所都在谈绿建筑，等一下标章给你们做啊，那个标章也有那个，那个建筑中心也在做，包括研究院也说在谈做这绿色建筑一个标章，按编列下来，你才按你为了推动绿建筑，我把你们算了三个位单位加起来，按你开了将近5亿，我发觉这个是内政部的小金库嘛。啊，绿建筑到底推展的成果是如何？很好啊。啊，好在哪里？我都不懂，因为刚刚的是高雄市的当那个建筑中心的董事长，所以很好。所以这里面呢、啊，都是在做宠物一样的工作，绿建筑。啊，但是对百万的推动，到底帮忙有多大？我发觉三个单位做的一样，大概拿出来都是绿建筑。我看这个交给营建筑都可以了，这三个单位其实合并起来只剩下一个单位就可以了。不然这样我把它算一算，编了将近10亿在这里面了。不知道你以为如何？啊，那我不一样的功能啊，我你搞工功能哪里不一样啊？哈，按你来讲，建筑研究所做什么？你现在报告的是绿建筑，是，跟委员报告哈，我们绿建筑在做绿建筑方面的研究，哈，发展这一块，所以那个我们做完了以后，我们建立了绿建筑的标章制度，然后呢，其实台湾建筑中心是我们的辅导成立的单位，他们做后面的有关自偿性、服务性跟技术性的工作，所以它是绿建筑的评定机构。每一年有600多件的绿建筑要评定，我们内政部建筑研究所总共的人只有55位，我们的人非常的少，没有办法做这个评定。而且其实不是只有绿建筑的标章评定，还包括智慧建筑的标章评定，还包括绿建材的标章评定，这个都需要。问你一下话，刚刚台湾建筑中心也说他做了10个，包括绿建筑的标章，他又列了10项出来，啊，你们都做了都同一样，啊，你说是研究。啊，研究出来哦，就交给哪一个去实践，说你们研究好不好？啊，好了好了，啊，没有上中下啦，你们分开了啦，啊，内政部的小金库啦，啊，哪里有上中下，都做同样的一件工作啦。我们研究工作是跟科技检讨一下，检讨一下啦，部长，你有能力改革三个单位研究变成一个单位啦。什么威胁嘞？我经过你嘛几啊年嘞，哎，你阿伯你今麦个换恁来啊？你号称改革，不拢个撤掉啊？统一一个单位起来就好了。我嘛不，我不被公布删啊！我是在问的研究啊，哈。那杨委员啊，林委员的，来我请教一下哈。刚才你说那个有上中下哈，啊，绿建筑除了有上有中有下，分工完整之外。我刚才一进来的时候，我以为在讲这一个，那所以那时候发言其实提的就是这一个。你们除了上中下之外，每年还巨额的补助这一个社团法人台湾绿建筑发展协会，哦，每年的补助金额蛮高的哦，啊，那700多万，啊，700多万，但是你们整个建筑研究业务的补助经费是奖补助费是蛮高的啦。我们补助给绿协是700多万。对，好，那你除了上中下，还有。Okay. 还有补助，这个算外是不是？上中下外，你一个绿建筑搞得这么复杂，你自己本身的有上游、中游、下游，然后还有补助外围的，你们这个绿建筑也
台湾有这么大到一个绿建筑要弄成这样子吗？上中下外啊，还要不要外还要再分上中下？补助的要不要再分？说补助上游的、补助中游的、补助下游的、补助研究的、补助认证的，再补助什么评定的，要不要？要不然我怕你们做不来啊。好，跟才600多件而已，三个单位在做啊。然后你们补助也就算了，这个政府机构去补助哈。照理讲，受补助单位他应该要给你完整的他协会的运作资料，还有这些要正按照常态来改选嘛，结果通通没有，你们眼睛一闭也是都把他该补助照给啊。是。而且，保定啊，这个主管这个财团这些法人的这些是内政部呢，内政部应该很明确的有要求说，你政府单位要补助谁，他的这些程序要完备吧？啊，你内政部自己这样要求，啊，你底下的自己不按照你的规定来，把就快快该破的破。这个是我。下的研究院，对啊，对啊，刚才那些是财，我先讲这个啊，他补助了一个这个社团法人台湾绿建筑发展协会，但是这个协会认其另外一个财团法人，对，但我的意思是说，他受他补助的这个单位，这些都没有改选，他也是照补啊。杨委员，我可不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好好、有关这一个案子、真的谢谢委员的那个指教啊，这个我们一定会赶快改进啊。那重点在，这个社团法人台湾绿建筑协会是怎么样成立的？它最主要，它是在民国94年成立。那它成立的最主要目的是在办绿建筑的宣导、推广、咨询服务，还有我没有去，我没有去说它的功能怎么样。我是说两点，第一点就是说帮忙做国际接轨的工作。我跟你讲，第一点就是说我的重点只有两个，你们自己本身是内政部的一个单位，是啊，你们去补助一个单位的时候，他受你补助的这个协会，他没有按照程序改选。哦，然后任期满的也不做处理，你们也是一样，根本无所谓，就照补助了。哦，这个做法是一定要调整，这个做法一定要调整。哦，所以保定并不是讲两个单位冲唔掉，你问伊就知影。哦，然后第二个就是，实在是涉及到绿建筑的实在太多了，我是希望说你们去统整一下，然后我相信每一个会期每一次在审的时候，委员都会关心到这个绿建筑的，你们统整一下，跟委员做一个说明了。哦。好，那个这样子哈，我们先处理一下第一案啊，以及第八案之后的案子，都是绿建筑的相关的垂询。那刚才的提醒就请特别注意哈。那委员们都没有在预算上有那个哈，那我们再先请林立场委员。我这个部分哈，我看到的是4亿多的经费嘛，绿建筑的整个环境控制嘛哈。那我冻结4000多万，为什么会冻结这个？第一个原因是执行力只有0.03%。您说这个是自愿性的，那所谓自愿性为什么会自愿性那么低去申请？我又看到预算书里面有我们的宣传费只编了30万，宣传费编30万。您的4亿多经费要推绿建筑，结果我们整个国家的宣传费变30万，您觉得这样子的自愿够吗？民众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案，我也今天才知道我们有这方面的案，而且是4亿多，所以我坚持我的案一定要动4000万。那我们先请陈怡杰委员。有关于这个案子哦，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他在民间基本上他补助政府相关单位的比较多啦，真正补助民间的其实有限。那因为一直以来其实已经编了将近51亿的7000多万，那今年又编了将近4000万。那我们在这里会比较建议是先提案冻结20%的原因是说。对，3亿5290万，没错嘛，哈，今年，那是不是应该要去检讨一下说，你现在的评估标准到底对于民间跟学术单位来说，是不是有具体的代表性跟实用性啊？譬如说，像绿建筑的工法，哦，是不是有符合台湾的目前的这个环境气候适不适用等等的一些因素，就是说你应该去评估一下说你现在的工法到底对于现在的产业或者是现在现行状况是不是符合的，那也是不是应该也去分析一下说
既然来申请补助的都是政府相关单位多于民间，那到底你们在民间推广的这个情形看起来不这么顺利的原因到底是哪一些？是不是要把相对的这个改善计划如何去提高这个执行效益提出来之后我们再予以 解冻啊？好，大家都在关心这个相关的议题，请做一次整体的说明。好，刚刚林委员指教的哈，有关那个四亿多啊，我们事实上并不是只有做绿建筑，那是在归在那个环境控制组的项下哈。那基本上他做的是绿建筑、智慧建筑、绿建材，还有包括一个新的叫做要做智慧社区，我们要从绿建筑、智慧绿建筑的点，然后推展到面，然后到线到面啊，那基本上我们会从个体建筑物的个体，然后到智慧社区、智慧绿社区，然后到智慧城市啊，所以那个部分我们基本上大概明年度开始，其实今年度就开始了啊，是办理创新实证场域的智慧社区的一个示范计划，那个部分变的钱比较多，大概差不多将近2亿左右啊，1亿7千多万。那个部分啊，所以那个其他的才是，譬如说我们办理，这个北中南的自由化的那个空间的展示中心，然后其他才是办理绿建筑、绿建材、深耕的这一方面的一些工作，啊，所以这个是整个那个四亿多，其实是包括的范围是蛮多的。对，但还是宣传费还是很低啊，不管是您刚刚点到的一二三四个项目，每个项目的全部涵盖，而且这30万的宣传费非常的低。那我的意思是说，宣传费低，不管你要去盖一个花了2亿多去做一个示范区也好，可是这个部分民众、民间团体，就像陈委员讲的，民间团体不太了解啊，您都是公部门在申请，然后到底您是鼓励公部门只有公部门申请吗？民间团体可以不知道，可以不用知道这件事吗？我觉得说绿建筑会推得成功，我们这边一定要去找出一个配套措施跟改善措施来。我这边没有强调要去删除，我只是要冻结的意思是说，改善一定要出来，没有改善出来，您照着原本这个计划走，还是这么低，0.03的所谓的申请。不管是绿建筑还是智慧的，还是您说的所谓的智慧社区，还是所谓的示范点，都没人知道，您就点点走。基本上我们的推广不是只有用广告的方式，我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啊？因为绿建筑我们希望是让大家从那个去参观，然后去了解，然后呢去观摩以后，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深植到他的脑筋里面去啊，所以我们办理的譬如说绿建筑的教育之旅啊，知性之旅或是低碳之旅，我们都带大家到现场去看。我们有一日游，有两日游，跟交通部去连结，然后跟很多旅行社去合作啊。那另外我们还办理这个绿建筑的扎根计划，也就是我们针对国中小去办理绿建筑的绘图比赛，带他们到绿建筑的现场去看了以后，然后在那边做绘图。我们大概最近就要开始来颁奖，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宣导推广活动，并不是都是用广告费来，都是用委办费的方式来办理。那个主席，我想了解哈，他这个是从105去年就开始做了嘛哈，去年就开始做到今年嘛哈。那去年我本席想了解，就是说你们所谓的智慧绿建筑跟社区，你们现在全国大概有几个点在哪里？那我想这个部分我想要知道。第二个，我们去年补助了哪几个社区？那你的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到底是去哪里游？那所去的是哪些单位的人去？我想那个主席也应该安排让我们去看一下吧，看我们的这些绿建筑到底长成什么样子。那个智慧城、永续智慧城市又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觉得不能只有美丽的词汇而没有一个实际的东西，我连我们都不清楚，好不好？好，那李建议委员，那先哎，我这边有关绿建筑我都没有提案了哈，但是我要讲一下，这可能要拜托部长哈，就是绿建筑的部分涉及第一个部分是建材的部分，好，那刚才当然研究中心你们要做，
那第二个就是由研究由这个建材部分就衍生出来，它有建筑物，就绿建筑的建筑物。那绿建筑的建筑物现在只要公共建设，它申报绿建筑就有补助，所以申报的通通是公共建筑，都是公家单位了。那第三个，你们现在因为你们这个你们建筑建研所的里面，你们还包括管这个保水哦。它的概念里面还有保水啦什么啦、啊、类似这样，所以慢慢发展出来智慧社，所谓的智慧社区啦。那我希望、哦、这个部长是不是能够把刚刚几个单位或几个财团法人有关做绿建筑什么值得做什么 不值得做、哦、重新思考一遍。因为这个对民间团体来讲、哦、民间团体老实讲，因为绿建材的成本太高，他根本没有兴趣做啦、哦、那到最后做到后来就变成都在公家单位补助公家单位而已，所以这个拜托部长哦，我预算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讨论。那我是拜托部长做个东西，要重新做一个整合，好，不能以绿建筑这个概念，然后所有越衍生越多啊，结果到最后都是左手拿到右手来，右手拿到左手来哈。我想这个部分请部长特别整合一下，有关绿建筑哪些东西该做，哪些东西不该做，哪些东西用公家的预算去做。值不值得？这个要重新思考一下，好，不然整个会乱掉。好，我们请陈昭明委员。部长，刚刚听了李委员的意见，我觉得非常宝贵。啊，你们绿建筑花了那么多的钱，到底绿建筑的成果，你们现在表现是在哪个地方？要给我们晓得。所以在预算上，我们尊重啊昭委的意见，但是我希望啊，你们要做一个专案报告。把每一个刚刚从研究院好建筑研究那什么中心，还有几个单位他们所做的事情，一定做一个专案报告给我们晓得。无实在，阮是讲要甲你抬落，讲恁几十年个安尼滴啊。但是我发觉，准如李委员只做了一件啊，贴出来的是绿建筑，绿建筑里面从头到地下里面都是包括绿建筑。哦、啊，以前啊，那个李鸿源部长的时候，他也有讲到绿建筑里面要做蓄水池啦、啊，譬如在一个社区里面，哦，如果大水也把它存下，把它那个水源保留下来，这种包括在里面。但是你们现在一谈到绿建筑，哦，迷迷糊糊就带过，而且都偏重在公家机关、公家补助、公家自我表彰。啊，不是在公家在做，你要民间去做，应该要发挥智慧里面，把绿建筑的成本降到最低，民间能去推广，能去用。我看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但是我希望有一个专案报告，三个单位，哦，绿建筑的是怎么在做的专案报告，让我们更了解一下。好，好，陈金迈委员跟赖瑞荣委员，这个我的意见是这样了哈，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审一些他有关他的。一些他的业务费用啊、补助费用啊，这个部分了、啊、哈。但是我是希望说了哈，那个部长哈，我们内政部了哈，营建署啊所发包的政府的标案里头啊，应该要把这些包括啊绿建筑哈，它的一些规格，然后它所定的这些相关的一个规格啊，跟它的一个标准。列入整个招标政府所兴办的这些公共建筑里面的一些考量，要有适当的一个比例嘛、哦、那你才会去鼓励这些业者投注更多的一个资源、哦来进行相关的一个研究、哦、啊，他的研究的结果也因为政府的一个政策性的一些引导，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财政的一些手段、哦、才能够让这些业者能够在整个包括全世界的这个绿建筑的一个研究里头哈，或者是相关的材料的一个制造，能够这个跟其他世界的这些包括这些建材也好，或者是工法也好，好这个部分有一些竞争的一些力量，好，所以我们政府讲简单讲，我们政府不补助，我们政府不支持，好，或在我们的政府标案里头。你不去做这些政策性的一些引导，啊，你这个是等于我们有人才，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些好的一个技术，哈、啊，或者是说他把它变成工业制造的这个过程里头啊，这个部分没有得到这个鼓励，恐怕也不好啦。
所以这个我请部长稍微注意一下哈，在政策引导的这个部分啊，在我们未来内政部的相关的公共建筑或者是新办的一些事项里头，要把这个部分的一个比重加重啊，这个是我的建议了。好，那赖瑞龙委员跟吴其明委员。好，谢谢主席各位。好，我想，从我们90年开始推动绿建筑相关的方案，其实到现在为止已经花了大概51亿了哈，这样的一个经费了。我也是，但是事实上成效，大家也很多人都去认为，其实应该可以再做得更好了哈。所以新政府上来，其实这个部分大家也是有期许啦。特别部长过去来在环境这一块，好，也是您的专业了。我想您也非常认可这样的方向。我也希望部长花多一点时间在这一块上面，然后做刚像李金委员讲的，做一些整合。把过去有效益没有效益部分再做一些重新的盘整，甚至于不只是内政部的资源啊，很多跨部会间的一些资源的部分怎么去导入啊，让这块绿建筑能够在台湾进行的更快，效益更大。好，以上建议。好，请吴新明委员。部长，针对哈，咱的绿建筑哈，其实绿建筑来对哈，咱台湾的这几年推动了真的很好。但是推动了真好，拄则咱的市脉讲的，伫公家单位，咱就来列入咱的绿建筑伊的比例。伫民间呢，嘛免讲用金钱来补助，民间用咱的奖励，伊的容积奖励也好，吼，因为很多你讲这几年咱的建商吼，伫咱的都会区吼，绿建筑推动了，真的推动了很成功。啊，所以讲这未来哈，咱来当讲用奖励来代替我们所发放的奖金，这当讲政府过来省一笔钱，但是咱建商绝对大家拢会当接受，好，这是本席的看法。好，那那个有关于委办费跟另外那个防灾的那个部分，简单再说明一下，我们整个DM待会一起处理好了。有关委办费的部分，我在这边说明一下啊。因为内政部是一个建筑研究的机构啊，那我们负责的是全国的建筑研究发展的业务。那我们每一年经过科技部啊核定，大概有8个这个科技计划同时在进行，这就包括了绿建筑，还有智慧化居住空间，建筑的防火、都市的防灾，还有建筑的耐震，还有病，还有就是这个无障碍设施等等的相关研究啊。所以我们其实每一年的这个建筑研究的这个工作的负担其实是蛮沉重的啊。那我们建筑研究所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单位，我们总共研究人员大概只有47位啊。那每一年要办理这么多的研究案，所以我们其实是采双轨并行，一个就是由我们自己的同仁啊办理这个研究案。那一年办理大概1到2案左右，那另外就是有一些研究它需要比较多的人力，譬如说要做调查的啊，或者是它是跨域整合的那些东西，我们才会委外来办理啊。所以就我们绿建筑每一年办理的研究案啊，80-90案来讲的话，大概自办的部分是占2%，那委办的部分大概占1/3左右啊。那事实上今年度大家委员给我们指教说，今年度就是106年度，我们的委办费好像比105年度还要高啊。那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有4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审计部有一个那个今年的2月有一个公文给我们啊，要求我们把一些这个跟那个科目分类跟那个执行标准啊。规定之下不能用这个补助案的，要改成委办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针对我们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我们办理我们绿建筑的国际化的一个认证机制的工作啊。第三个是配合这个新节电计划，我们办理有关既有建筑物的节能改善啊，以及这个兼具这个都市热岛效应的减低的一个工作。还有就是我们办理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有关那个智慧社区的创新实证场域的计划，对，这加起来啊，大概都是用委办费里面的，这叫做委托办理的经费，那这边大概增加了差不多3700万左右啊，所以这个是业务委托的部分，而不是真正研究案的委托啊，那所以我们其实这样算下来，我们106年度的研究案的委托的这个经费比105年
105年度，甚至还少了1800万。甚至还少了1800万，所以我们事实上也在逐年在下降啊、哦。这个部分，请委员谅察。哎，啊，我刚的题目你都没给我回答呢。我刚刚已经在请教你说，永续智慧城市是跟我们的什么社区智慧力建筑、啊、然后你们一日游到底你们去哪里？哦、啊，这看起来蓝象怪怪呢。没有，我刚是很奇怪的事情呢。是我那个、啊、我那个在难不成你还叫我们去南下，还带我们去南下一日游？我们那个有关低碳旅游的部分，绿建筑的低碳旅游的部分，现在有17条路线啊，有一日游，有二日游。那一日游的部分，大概譬如像北投的，或者是淡水的啊，或者是那个南投的这个支线之旅，可以，我们再提供资料好不好？好，那有20个旅社，跟我们一起合作，旅行社跟我们一起合作，所以，嘿，那个部分我们可以提供资料给委员参考。所长想请教您，您每年研究那么多，那到底研究完的施行到底是怎么去走的？研究完是放那边，明年再研究新的，还是您研究完如何去配合您研究的东西去执行？还有您执行里面有请他们去研究为什么执行率只有 0.03 吗？那第二个，刚刚我听李俊毅委员讲的，我才知道原来是公部门的申报就会有做绿建筑的概念申报，所以这个 0.03 是大部分都是公部门的，所以呢严格说起来民间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不知道推绿建筑的研究所的概念，想要研究的是普龙大众，大家一起来共襄来推这个绿建筑，还是只有公部门申报才要推绿建筑，还是我们推绿建筑是邀孩子去做所谓生态教育、生态旅游，然后减碳旅游？可是您有跟他们说，所谓生态旅游跟减碳旅游，跟他们未来如果孩子长大要盖他的房子，要去做绿建筑吗？这个概念我不知道说。说第一个是研究完之后，这个研究的资料拿去做什么？到底研究资料有去扣紧您要执行的东西吗？那第二个，您在推的生态旅游，所谓低碳旅游，跟绿建筑的关联性是什么？不然您推那么多路线跟旅游，跟绿建筑的关联性是什么？我要明确的答案。好，那我们只是最后的说明之后，还有庄瑞雄委员，庄瑞雄发表完，然后我们请最后一次说明，我再来处理看看。发表不敢当了，但是我听完以后，我要发现这个关系好像离迄个建筑研究所哈，大家刚陈尚明委员的一个看法，其实我听了好像有点道理。你很多机关的一个，嘛，你咧讲的有道理也是较少啦，所以我应该啦有道理的，我来该讲你有道理啦哈。啊，但是呢，这个机关之间的一个啊，或者跟一些财团法人之间的关系啊，有时候也要去做一个厘清啊，是不是啊？可以提供一下那个你或者先说明一下，建筑研究所跟社团法人这个台湾建筑发展协会家，你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可以讲得清楚吗？这第一个，第二个，包括那些主管哈、哦，可不可以提供一下他那个礼金？是我看搞不好都是你们自己的人去捐的，会不会？没有，一个都没有。我看提供一下，怎么真的没有吗？真的没有，我们可以提供资料给那个资料也提供一下啦，好不好？啊，我大概你在回公开是不是？假借名目啊，给从一挂机构出来，给一挂机关出来，啊，这按、啊、这个不讲清楚也很奇怪了，吼、哦，好不好？你都是产官学啊，没有关产学研，讲错了，产学理干书因为我看马才龙老面孔嘛，他主要是办国际接轨，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个窗口去对到 WBC， 就是 World Green Building Council， 它就世界绿建筑协会，我们是会员国之一。嗯，是这样子。啊，所以现在你跟你们没关系。对，因为绿协主要是办国际接轨，
让我们的绿建筑的发展以及成果能够推展到国际上去，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们现在绿建筑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气，那很多的台积电啊、台达电，他会来申请绿建筑标章，而且要申请最高等级的钻石级。为什么？因为他申请了这个东西，他就有一个认证，他可以在拿国外订单的时候，他有一个 credit， 他有一个绩效。所以我们是把我们的绿建筑办好的东西推到国际上，让大家肯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你现在讲的叫功能啦，我在讲的是讲那个协会，你敢说跟您的关系啦，跟您的研究所的关系啦，大概都是产学研的人参加，就是譬如说绿建材的厂商啊，或者是一些那个学校的教授啊，也结构是这样，跟您这个研究所没关系，没有，他就是帮我们做一些宣导推广，所以去年度我们请他帮忙做的就是绿建筑的宣导推广计划。嗯，这里面包括绿建筑的知性之旅，还有刚刚讲的国中小的绿建筑的绘图比赛，就让小朋友就从小就知道什么是绿建筑，他去看，然后他去画，他就知道绿建筑是节能节水、环保生态这样子。OK， 好。好，那个陈尚明委员，哎，我再请教一下，你的低碳旅游是怎么排的？我刚刚听了说你有21条路线，是不是？17条路线，啊，苗栗是排在哪里？让我了解。我觉得没条了，我苗栗。苗栗，啊，苗栗有没有？没有，我们好山好水，所以卖公你苗栗啊，我屏东这里对。哎呀，你屏东啊，你为什么不问？没有问，你起码是他个空椅啊，他没告黑啊，还是二十六啊，那一起六。现在综合一起讨论。我们基本上是把一些得到比较高等级的绿建筑，大家去看了，知道说绿建筑是怎么设计的，它怎么样达到节能节水效果。高等级的你都是补助给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的。没有，我们没有补助给他们，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是跟旅行社合作，要收费的。哦，我晓得要收费的啊。我苗栗有没有那个低碳的那个哈？我们看嘛。好，我们要我了解一下，去看一看你们的成果在哪里。好啊，好，屏东的要努力哈，我们苗栗的要努力。你们把那个大家很关心那些路线到底是哪些地方？我们有宣导小，有哪一些是经典的那个景点哈？我们再提供给委员，现在传给我们了哈。那我们现在请那个部长做整体的说明，因为绿建筑是我们台湾的骄傲啦齁。那但是确实刚才各位委员都有切中要点的提到了很多的提醒，我请那个部长总体说明好了。非常正面的感受到各位委员对这些绿建筑这个的关心齁。那我觉得这是好事，但是这也让我们了解到，也许我们对我们台湾以你为骄傲的绿建筑这件事情，我们要再多做宣导，那也要多让委员们了解。那我要稍微啊，因为听了这个大家的关心之后，我要为我们的啊，我们的建研所哈、啊，建筑研究所，它的工作以及它跟啊，比如说台建中心、刚刚建筑中心很多相互，还有跟这个其他团体的连结在推动这些，我要稍微说一点话，那让大家能够更清楚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哈。那这个建筑研究所是我内政部底下的一个一级单位，它跟营建署跟什么是平行的啊，一级单位。那现在是所长啊，所长担任副所长，担任很久很久，担任7年了。那现在要担任啊，担任所长在推动。那担任所长的一开始我就跟他提到，我们非常重视绿建筑，而且在既有的基础之下要更发扬光大，要更发扬光大。那现在其实有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一些基础啊。那如同刚才许多委员所提到的，我们推动绿建筑这样一个概念，是把建筑把绿的观念啊放进去。因为一个建筑很可能几十年，那你不及早把它放进去，以后新的概念要再加的时候更贵啊，所以赶快放进去，这是最好的。那但是呢，刚开始确实要公家先行，所以公家先示范，带头做啊，带头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把标章制度先建立起来。那这个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各位如果到北投去，到北投图书馆，很多人都喜欢去的。那你一进去走没多久，一进入门口，墙上挂了一个大概是比篮球还要大的一个标章。
那个就是绿建筑标章，而且那个标章是钻石级的，钻石级的建筑标的标章。那一个标章本身，每个人进入北投啊那个图书馆，看到那么好的建筑的时候，都看到那个标章。啊，那那个标章不只是现在在这个图书馆，在公家部门的这个推动，民间盖的，刚才提到台积电的建筑，很多民间的建筑，他也希望他能得到这样，因为他这种国际性的企业，他的建筑得到这样的标章，他在国际上是站得起来的，而且是能够继续推广的。所以我们现在当然采取的这个策略上，当然因为建研所他终究是站在比较研究啊，然后推动制度建立啊，那加上部的力量能够往前推动，许多他们的研究也成为营建署他们订规法规的时候的依据，所以它是部里面非常难得有关建筑方面的一个研究跟制度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位，虽然它很小，那所以它必须去跟其他的啊比较执行面的要做连结，比如说跟台建中心刚刚提到的那个连结就是要这样连结，那跟我们协会要推动绿建筑进一步推广，那也要做这样连结，否则它就力量就会发挥不出来，那它用这样的方式能够更去推广。那至于刚才提到的啊绿建筑的这个推广部分，我在前一阵子的部汇报里面，我非常高兴看到他们，我就刚才一直叫他们赶快把那一个册子送给每个委员送一本，它里面规划了17条路线，就是把好的绿建筑得到好的标章的绿建筑，那个建筑都告诉国人，然后让大家不只是这样，还让大家去看，那当成旅游，那这是推广绿建筑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那我比如说刚才谈到的北投路线，就有包括刚才讲的北投图书馆那样一个部分。那详细的，比如说苗栗有没有，高雄有没有，其他地方有没有，它这17条路线是针对各地的绿建筑，好的绿建筑连结起来。那以后我想应该是这样，在许多地方我们在推动更有指标性的绿建筑，然后这样的路线就会更完整。哦，那其实我真正要告诉委员的就是说，我其实跟大家一样都非常重视绿建筑这个，那希望再来又能够进一步的，我会进一步的再做那个这个相互分工流程图的理解，然后希望把那个绿建筑推动，包括刚才讲的台建中心负责什么，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流程图弄出来，然后给委员们来了解来参考好吗？齁，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推动哦，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包括它的智慧建筑，那包括他们在做的一些实验，比如说防灾的建材、防火的建材，好多他们那个实验的部分，我甚至于都觉得说委员有要是得便，也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去参观一下，包括在台南的部分，包括在我们在新店的这个现场，大家去看就知道他们做的，我因为有看，所以我更能够理解哦。那也一直希望委员们能够多支持他们的这一些业务。好，哦，谢谢。是不是我们可以处理？因为讨论很久了。好，我们是哎，我讲一句就好哈。部长，你讲的说是台湾的骄傲，或者是他做的多好，这些没有人去否定他，但是不能因为他是台湾的骄傲，他对一些事情他的程序就不顾了；不能因为他是他台湾的骄傲，对一些相关的规定他就不遵守了。哦，我们要提醒的是这一点，也不能因为他是台湾的骄傲做的多好，他叠床家屋或者分工不清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就不用检讨了。哦，关心的是在这里，没有人去否认你们做出来的成绩，好不好？是讲了，你家己学了，家己公车自己标榜公车，我讲你较搞。啊，对，好，我听入面。那台北市、新北市各地的豪宅，六都的豪宅很多，它自称豪宅，没有绿建筑物，你就说这不是豪宅，你敢不敢这么讲？因为他在盖不差那些本钱，所以你应该去推展那一些才有用嘛。你自我标榜才只有标榜，哎，是拿公家的钱在补贴，我也会做啊。啊，你为什么不把台北市的很多豪宅都改为绿建筑？要贴上才能叫做豪宅，身份才能配合嘛。所以你买，自己自我吹嘘，要如何普及到民间？
哦啊，因为它可能建材比较贵，什么比较用量多的时候，它自然就会便宜的，才会推展出去嘛。你改一个观念这么想，所以你现在啊、哦、要去做一个演讲，上面贴上我地标上的就不算豪宅，阿林去了，我相信了，台北市过来跟来交流，阿林来做，改变一下方式。啊，不要好，我是建议啦，嗯，不要自己不要，你公家的钱多啊，什么话我们也不晓得啊，但是你要推给民间，只要贴上去，我这绿建值啊才能称作豪宅，大概三更半夜都给您拜托，好不好？改进一下，啊、收入要多了，哎，好，谢谢各位委员提醒啊，我们做个会诊一下哈。确实，如各位委员讲的哈，这个没有人否定我们建筑研究所跟刚刚所有的财团法人的专业努力哈。那事实上也成为国际的骄傲。我们在高雄的那个绿建筑的这个评选哈，确实陈昌明招委有已经预见的那个点，就是所有的建商都会拿那个当作是他们的标榜哈，拿作是他们的骄傲哈。就是豪宅中的豪宅，是一定要有绿建筑标章。那以前是鼓励性质啦，那陈昭伟是提醒说，能不能要再更 push 强烈一点？林立强委员多次提醒说，民间的参与太低了，低到不成比例这样子哈。那刚才杨委员提醒的那种，就是说绿色建筑那个协会是不是？对，台湾绿建筑发展协会里面，纵使产学研再怎么样的专家。他没有按照其程改选，这个是不能够类比的，不能诉诸权威的，知道吗？好，那所以你每程都要改进嘛，哈。那但是包括刚刚讲的 SOP， 还有中午以前有没有办法把那一本17条所谓的路线给我们？好好好，让我们大家都看一下嘛，哈。对，然后但是呢，我想因为刚刚委员提了那么多。我先跟各位报告了，过去几乎都没有煽动，可能真的是对你们的权威很认同了哈。不过刚刚有太多的提醒，我觉得还是不是足以冻结哈。然后来那个做个部分来，请主席，我想那个部长哈，好像这个预算是他要用，所以他说明的比较更那个哈。那但是我必须要讲哈，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很希望那个绿建筑可以实际落实到我们的房子去。而不是我们只是去踩线，但是我觉得很难。例如哈、啊，我那时候包括我们在高雄，我们就很希望我们那个房子上面可以有那个什么能源的什么什么板，可以不挂波太阳能板啊什么，跟不挂斗就是不挂斗。然后我就希望有那个绿建筑，雨下来的后，那可以集水干嘛？那个建筑师跟那个建设公司，通通都告诉你那个。叫我不要只、每天都画一个饼在那里，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其实你们这个单位已经很久了，而且我也不晓得你们还有踩线，踩十几条线，我不知道高雄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够的，我们不是只要公家机关做这些事，因为我们现在都有很多那个环保概念，也有很多能源概念啊。如果说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个当中要求，例如说那个建设公司或者是那些什么，我们能不能有一些鼓励跟奖励，或者是踩线去参观他们盖的房子，我觉得因为到现在我们没有找到真的有一批房子盖得这么好，没有，到今天为止没有。因为我一直在关心这件事，一直想要自己想要租一个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的。包括前一段时间，我在想退休哈，被垂结收的，就是找不到这样的建设公司，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几十年下来最失败的一点。拢无啊，无拢无，伊讲豪宅，我唔免讲豪宅，因为豪宅的物件哈，参阮的物件佫无相像。阮是会大钱哈，爱当新电，会当节水，会当净灰，会当冲煞，这才是我们要的。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是未来。对，我希望有一个冻结，然后我们写一个什么主决议来处理这件事。那你否则的话，你只是一日游两日游，叫我去北岛的图书馆，我无到台北啊啦，我带你去北岛的图书馆，诶，机会足少嘛。好，你等下每一个图书馆拢安尼去，你敢去看那个标章的无路用。好，所以我比较期待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好，我们因为这个。实在很感兴趣的题目，部长，
跟我们的所长，我带你到苗栗山区，丘陵地盖的，全部比你们做的，我相信比你这个绿色建筑还要好，而且很实际，民间都在做了，它有积水下雨怎么样都整套了，民间已经自己做到那边去了。而且自己研发，你们去看了，看你们帮忙他们，你去看了你就知道，他所有水都是回收回来的。下雨天怎样储水啊？怎样哈、哦？那个，譬如他讲的那个 LED 灯，他们都设了整套，一个山丘里面呐、啊，十几家都是这样嘛做。他要的，像我们黄委员要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房子。所以欢迎你到苗栗来，高雄啊哈，空姐。好，高雄王在那个做银饰运主场馆也是绿建筑嘛，也是你们的路线之一嘛，哈，好，是运主场馆，好，它也是17条路线之一，这样。是运主场馆那个不能算是这个绿建，那个就是那个太阳能，对啊，那个是太阳能的，或什么？不是那个主席，他大概误会我的意思。没有，没有人误会你的意思，是说你说想要了解，我们等一下提供了哈，我们赶快处理，因为已经到快中午了哈。现在这样子，就大家提醒你们一定要注意，好，尤其是要普及，要不然那个意义左手变右手的补助是意义很低的啦哈。那我们这样子，我们足以冻结2000万，好不好？然后必须提专案报告后时的动资。那这个，请这个啊，把刚才所垂询的各项的啊这种提醒，都必须给一份检讨报告，让我们了解，好不好？好，可以吗？可以，好，那我们就这样子。2000万，整个墓，第二墓整个冻结2000万。好，就没了。对。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等一下回来是住宅基金，是不是？营建署、哦，这个最后。好，那等一下休息回来我们就处理。刚处理啊呢。二至六天。第二幕一起处理，这样。处理啊，靠呀！哎、啊，我有一点仔意见呢。安尼啊，嘿啊，无你，我等一下。不急嘞。等一下哈、哦。等一下，二至六。要不然再3分钟了，你讲一下。二至六这个哈、哦，哎，一个建筑研究所这样哈。其实我看了以后，你那个整个安全防灾的部分啊哈，你部分是不是啊？不要每一次哈、啊、都是在你看那个区域哦，你自己看一下，那不用我提醒了。你那个从我们那个南部那个地方哦，我再看不出哦，我们对恁支持啊，对阮了什么帮助了？这就很犀利了。我你嘛冲起来讲什么？我屏东我看会到，我嘛陈昭明在咧甲我笑。哈，好、哦，今年总算有了，那个对吧？毕竟到这一项有什么特殊？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哦，危险的山坡地社区是帮忙做辅导。对，你们不能看，你们不能眼睛看过去哦，就是台北、新北、桃园都看到家了，你知不知道？你每天没听你跟我保定讲，你跟我区域均衡啊，对不？我看你以上，我看你做的工贵，我就感觉对我这真看的真不公平啊，你对不对？哦，这个真的要检讨、哦，好不好？所以我从你提醒跟检讨项目，不过这是要跟你检验，这不会就讲预算未抬啊，我都未抬，无抬拢总嘛无跟你感动。真的、哦，这要给他冲区域均衡一定要重视，好不好？好不好？不然我看你整个合计看一看，看了就感觉有点在啊，那我你不是讲八管区别支持一下，啊，这他妈跳到什么彰化没了？这很显然，高嘉良难吗？高嘉良。那我你的那个像你讲的，都一件。那个地方政府推荐呐、啊，然后他自己要有意愿来报名呐、啊，他没有意愿来报名，我们去强迫他也没有用。啊，为了做到今麦拢干啦，北部只尔，咱遐安那推广拢没。现在大概中南部哈，大概有十几个案子。103到105有我们讲啊，二至六凸显的是区域均衡的提醒、啊，好、啊，所以二至六我们是不是简历案也纳入冻结案，然后一起报告，好不好？好了，好、okay ，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谢谢。
好，我们继续开会，好，大家请就坐。建筑研究所主管收支部分处理完毕，凝聚审查报告函复财政委员会。我们接下来继续协商营建署的预算。各位委员，我们这一本相当大本齁，所以我第一个有几项建议。第一个就是请待会说明的各单位齁简要说明就好，好不好？好，因为我想委员他有他特别关心的点，他自然会垂询齁，所以说明的真的精简一点。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时间上，今天12点会准时休息，因为12点10分要协商住宅法齁。那我们下午2点继续开会。今天大家辛苦一点，我们要把它审完，所以我们就拜托各位委员那个垂询的跟回答的大家都简要这样子。好，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个税入哈，有一案来请陈昌明委员。杨委员不在，这是杨委员的提案啊。那金门的时候，我们这次啊跟原建署有到金门参观的时候我们也到那个地方，结果啊就是建议啊跟地方政府协调了，这个不收门票了，所以税入的地方这个可以把它免除掉了啊。是，请署长。嘿，我们同意。 好， 好，那我们这个这一案就照杨振武委员的这个提案通过。那我们现在进入税入可以减少吗？可以这样吗？可以啊。我跟你讲，真的预算是宰税入的，他们自己会去平衡。税入把它好弄下来，他们就要自己去平衡，也可以啊。好像他们会务员说可以。好 ，OK，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一幕哈，第一幕的部分。我看一下哈，那个有是报告赵伟，我大概是不是可以比较整体性的来说明一下？好啊，整体性的哈。好，我整体性来说明一下哈。从1-1到1-6哈，是我们营建署哈在整个督导国家公园的业务哈，还有呢就是整个营建署自己直接管的台中都会公园、高雄都会公园，还有现在的这个寿山国家自然公园哈，是还在筹备的阶段。这三个是我们直办的，那就是两个部分，等于是直接督导国家公园的部分跟直接办理哈，两个都会公园跟一个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的整个业务。那大整个业务大概1.8多亿啊哈，那各项提案都有了哈。那譬如说第一案是提到是说阳明山国家公园最近说有这个清洁人员没有受到这个礼遇竟然是在厕所给他休息的空间这么不人道，其实这个部分是一个误会了是有经过相关的这个媒体的一个报道，但是我们阳管处也都适时的来说明了。那第二个就是提到说是不是太鲁阁这种低碳交通，还有它未来应该来配合相关的一个收费，以及加强整个安全的一个防护机制的部分。这个部分当然是太鲁阁国家公园可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因为为了让整个的峡谷的游客安全加强，然后这个交通不会打劫等等那是不是利用有一定的一个机制来这个我们持续还在这个积极的办理中，当然目前是可能还没有正式成熟，不过已经
都按照我们的计划哈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啊，在啊前进中哈、啊，所以这个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的。不过就是说啊，是跟我们营建署的整体的这个督导国家公园的业务的删减啊这个建议有关。那第三个哈、啊，一至三啊，这个一至三这个部分呢，是说国家公园的这个业务会里面的一般事务会哈、啊，是不是删除一下？那其实这个啊，这个四千多万的这个业务会。就是我们直接在管理两个都会公园跟一个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相关，它还是要一般的事务会，这个其实都编在这里。那如果说被删掉的话，整个的服务品质绝对会打折的哈、啊，这个大概我这样说明。那一至四是说啊、国家公园有学报，还有出版季刊，总共550万。啊，是不是这个啊没有符合这个无纸化的这样子的一个节能减碳的观念，要删100万？那我这里特别跟啊各位说明哈、啊，就是说学报跟这个季刊啊，这个其实都是在供国内外，甚至我们接轨啊这个国际的一个啊对我们。啊，台湾国家公园的一种宣传哈、啊、的所出版的一个刊物啊，这两种刊物啊，不管是在生物这方面的报道，或是相关在啊，对于来台湾啊观光旅游，它可以来加强啊了解等等，中英对照哈、啊，这个都有哈、啊，所以说这个两本啊，这个啊出版品其实都蛮重要，因此我们是建议说不要删了哈、啊，这个是啊我们现在国家公园哈、啊，将我们台湾这么有特色的啊这样子的一个自然环境啊，甚至可以从事啊生态旅游等等的这样一个跟国际接轨的工作。那一至五呢是业务会3377万，这个就是刚刚说的哈、啊，是我们啊。这个督导这个所有的国家公园跟那个执办的那个的业务会了哈，那这里提到其实跟一至一差不多了哈，还是阳明山国家公园那个清洁人员不够人道照顾的这个问题呢，我想第一个案我已经说明了。那一至六呢，一样是在督导国家公园或执办的这个部分，是说啊这个GIS 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啊这个图资啦，或是相关的这个资料库的建立，那这个还是有相当的一个重要性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啊、其实是将我们台湾目前所有的生物的资料库非常完整的哈、哦，逐步来建立到这个网站来供啊，国内外一样是有这个哈、哦，这国际接轨跟所有的国内外的学术单位哈、哦，像大学啦这等等都可以来参考。目前哈、哦，其实我们累计的。啊，这个资料已经有到高达到43万笔，那所有的分布图哈、啊、等等这些都有。那其实啊，这里我也有提到说、啊，会不会作为这个犯罪哈、啊、去打猎啊、珍贵这种，其实不会的哈、啊。这个因为这个图资毕竟还是非常非常小的比例尺啊，不可能说利用这个图资它就会很精确的找到什么的啊，这不大可能。那其实珍贵的我们还有啊，配合国家、啊、就是那个。保安的这个警察大队警察总队跟各大队哈，跟这各大队哈，都有加强在巡逻。那我们自己也有啊，所有的保育巡查人员哈，都在加强啊，这个部分好啊，这个都有这个部分大概这样。所以第一好哈，第一到六就这样子。好，那请问各位有没有要追询的？好，那因为经过说明，如果没有追询，我们是不是第一幕就照列？好，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幕。好，那第二幕啊、第二幕之一，也就是大概是针对说所有的国家公园哈、啊，这个明年度大概14亿5000多万的哈、啊。那有提到说，是不是整个的管理机制是不是再强化一下啦？哈、啊，比如说有一些违规行为啦、啊、等等啊，都还是啊这个力有所闻等等这些。但其实当然啊，现在随着游客的增加。或者是啊，这个相关的哈、啊，这个违规哈、啊，或是违法，这个有心人士当然还是难免会有，比如说在打鱼打猎这边当然是有啊，这个还是会有啊，这个但是我刚才也报告过了哈、啊，我们配合啊这个保安啊这个
这个警察总队哈的相关的各大队哈，其实我们都在加强中。那我们自己也会检讨了哈，就是说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在也自己所有的从业人员哈，我们国家公安体系的同仁都了解，我们啊这个面对的是国家最珍贵的资源，所以这个部分啊，我想我们会加强哈，但是不是就不要啊来删除，或者一旦删除的话，其实整个的管理绩效会再更差一点哈。这个那二之一、二之二。哦、大概是这样子，那是不是整个国家公园的预算14亿5000多万，是不是啊？这个请这个各委员、哦、还是能够体谅、哦、那建议还是不要删除或冻结二之一二之二、哦、那2/3到2/9是肯定国家公园的部分，这里提到是说105年预算执行、太低了，其实这是最近、哦、就是在7到9、哦7到9月是连续的啊，这四个台风过来哈、啊，那对肯定影响蛮大的哈、啊，所以整个执行是有。那说违建啊，还是拆的不够多。那其实现在的违建的拆除率哈、啊，已经都在90%了哈、啊，将近90%。我们还是啊这个努力在执行。那么第三，比如说土地购置会说560万是不要买，那这560万其实是分期付款哈。啊这一笔这个土地啊，相关在这个满洲的土地，那么已经啊这个啊跟这个当事人都协调了哈、啊，那么第一期都已经付了，那、啊、这是第二期的相关的费用。那至于啊庄委有提到说梅花鹿啊哈、啊，这个部分的500万哈、啊，那这样梅花鹿的该有的农损，现在我们啊会啊定这个啊这个相关的一个作业要点哈。啊那至于梅花鹿的部分，其实我们也跟啊、这个相关的专家学者哈、啊、在加强啊这个沟通中。啊、至于说这个山工作户30万哈、啊，所有的国家公园都有山这个工作户30万这个部分。那这山这个工作户是可以说这个是一个世界潮流，所有的各国的国家公园从业人员哈、啊、在执勤的时候都一定要穿制服。那你这个执法劝导。哦、甚至、啊、做解说教育的话才代表、啊、是我们代表我们国家公园的一个从业人员、哦、我想这个是一个世界潮流，是不是这个工作服的编列是有需要，是不是健全、哦、这个、啊、大家能够来、啊、同意、哦、这样的一个编列、哦、好 那我们先停到2/9好了，好好现在第一按2/1、2/2的部分、哦、大家经过说明如果没有意见，我们照列了哈。那2/3到2/9谈到比较多，包括肯定的部分，庄委你有没有？2/3以外啦，不是哈。我说2/3到2/9。2/3到2/9是这样子啦哈，可能因为这块特大家来讲啊哈。那其实，在肯定国家公园的部分呢、啊，我看很多委员也提出来说是这个拆除的部分好像是越拆越多了哈、哦。啊，我倒提出来的我的想法倒不是跟其他委员一样了，因为我是那个地方的一个民意代表，我反而会觉得说，因为国家公园对当地啊，其实它限制非常的大，那有一些啊。这个拆除的一个标准，我希望那个处长这边呢，可以再重新去研拟一下。伊比如讲，我的规则当底下，啊啦，拢风啊来，雨啊来，啊都袂大呀，啊，所以我都啊厝顶我甲换一个，啊，你也甲讲这新违建，这个就反而就有时候啊，这个不近人情啦、啊，这个动不动就引起政府啊跟民间之间的一个紧张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会提一些冻结案呐、啊，啊，其实。不是说啊、你的执行方式是越执行，然后拆那个违建越来越多，倒不是因为这样，是因为啊，希望你能够去做一个区别。这个毕竟跟你说阳明山好了，我过去在阳明山在这边这个地方在当议员，因为大型违建那即报即拆，那个没有话讲，没有人有话讲 啊。可是问题如果又碰到说。居民在地的，在那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呐、啊，我阿里有时啊，你简单的一个修缮啊，痛一处啊，啊你规间拢要甲卡掉，那这个也不对。哦，我甲你摕遮济案，是处长要叫你安尼吼，去用一点仔心哦，用一点心，然后那个执行的方式啊，要去做一个差别的一个待遇啊，吼、哦，好不好？先请姚文智委员，来，谢谢啊。这个瑞雄兄刚好是那个阳明山跟垦丁哈、啊，他的两面都非常有经验哈、啊，所以他刚刚讲的问题哈、啊，在其实我的选区就是阳明山国家公园，
啊，就是一样的道理啊。那有时候为什么违建越拆越多？好、啊，这个当然其实是我们这个营建署啊，我们相关同仁的努力啦啊。那但是我一直觉得哈、啊，我希望署长跟部长听一下啊。我们经常在处理地方上的这些违建呢、啊，有的他们是生活之所需，有的时候是真的是天灾，好、啊、造成他们必须要修缮，好、啊、那这个碍于相关的法规哈、啊，他们经常真的是非常的困扰啦，好、啊，我相信有的时候同仁在执行都觉得说，都坦白讲都要报这个同，都要报这个一把同情之类都可能的、啊、哈、啊，那我是建议这样子啦哈。啊我是建议这样，我们一直都采取这个国家公园的管制、啊、限缩或者是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啦，但是这样子并没有让我们的国家公园、啊、尤其是这样的跟像垦丁啊、阳明山有这个居民混居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公园、啊、并没有让它的景观真的变好。我希望这个营建署、啊、或者是内政部，我们有一个通盘的一个调整的计划，这个计划不再只是限缩跟管制啊，甚至有些恐怕就针对景观或者这个像我们在讨论住宅法的哈、啊，有关于这个历史的文化特色的建筑啊，或者是好、啊、怎么样让它的这个区域的整体的搭配建筑的这个融合的风景啊，能够有一个好的改善。也就是说有一个正面的发展方向、啊、哪怕有的是补贴，有的是鼓励、啊、有的是一段时间的、啊、整个全盘的调整、啊、那从正面积极去处理、啊、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公园的景观、啊、会脱胎换骨啦、啊、如果我们老是只是限缩只是管制、啊、那它其实那个房子、啊、破破烂烂越来越旧、啊、我们只要有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它就不会是美的地方哦、那其实对台湾整个都市的美学来讲、哦、或者是国家公园 的推动来讲、哦、也都不是正面积极的、哦、那所以 我们其实在营建署其实都知道，尤其养管处都知道，我这种讲法已经呼吁很多年了、哦、很多年了，是不是真的、哦、彻底来再调整一下思考的角度、哦、我再讲一遍，不要只是限缩处罚或者是管制，而是真正积极啊，你要拉皮也好啊，或者是补贴也好啊，怎么样去塑造这个配合地方生态啊、风土啊，或者是历史文化背景的这个建筑系统啊，这些看你们办法来做一个好好的调整。好，那个在你说明之前，我提一下，因为刚才会议人员提醒我们，整个第二幕哈。除了神奇卖文是讲到那个服装那个，等一下你们再具体说明一下以外，其实垂询的项目啊几乎雷同了哈，所以就是不是我们可以各位，我们就整个第二幕，大家有任何关心的东西，我们都一起提完，我们再一起处理。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先请黄昭顺委员、陈昌明委员、陈奇迈委员，还有林立昌委员、赖瑞龙委员、高路委员有要发言吗？哈。因为内容都差不多，对，都是讲国家公园。没关系，那你们现在是不是用直接提？对，哎，对啊。其实，因为我是觉得你有问题就提出，而且处理最后每次会第二幕一起处理，所以嘿，来，那我们先请黄昭顺委员，然后再来是陈昌明委员、陈其迈委员、林立昌委员、赖月龙委员。高路委员，好我幫你 ，OK， 还有那个古拉斯委员，那个主席，我想刚才讲到这个国家公园，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哈。基础上来讲，我非常支持在当地原来住的那个住家，因为他们本来他们的家就在那里，可是大概有几个地方的国家公园，大概都面临，尤其是住在那里的，原来他就住在那里。等于他的主产就是在那里，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协助他。我们是不是做一个主决议，让那个他们能够把这个部分能够，就是我们不支持人民来占有国家公园的土地，
可是他们原来在那里的部分，我们必须要有办法来处理，否则他们就是在我们国家公园里面变成最碍眼的风景，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好、哦，这个部分，但是我们不能侵犯到人民的财产，这是基础上我们必须做的。那第二个，我对国家公园，因为这两天有一些人打电话问我说，你为什么又要删那个，又要做这个？其实我超不爽。好、哦，我不爽很多国家公园里面，尤其是我们高雄的国家公园。我们高雄国家公园当然有一个海洋国家公园，就是在都会公园那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寿山国家公园。但是寿山国家公园我们已经改制了五年的时间，就是成立了五年的时间，到今天为止，内政部以及我们营建署一直有用组织的方式来背给我们整个组织。好、啊，你一直讲说，我们整个行政院的组织再造又怎么样，再怎么样，再等以后再说。我觉得对我们那块土地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不仅只是不公平，也就是说，因为寿山国家公园，主席也是在高雄，我们高雄一大堆哈。那个我们当时把它改成那个组织，也是在我应该是上一届我在这边当招委的时候，那时候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把它一弄了一个组织编制上去，但是一直就是没有正式成立，所以让我们整个那个寿山国家公园的发展受限，而且受限到非常的严重。所以我想，我今天对这边，所以我对这里的预算，这个预算我是没提啦，因为我提要上那个，我会回去会被打死哈。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都会公园，我想我们的都会公园整个的预算，我有跟大安国家大安自然公园做了一个比较，我们整个的预算远不如大安森林公园，差不多不到一半的预算。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你喜欢慢跑，你来跑一次看看。那个晚上啊，或者是那个大概会有蛮多，我不支持你们再去赶流浪狗，因为我经常去，那是我经常去的地方，那会造成许多危险跟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今天提这些事情，就是希望对他们有一些牵制的作用。好，那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真的从这个当中能够去做一定程度的改变啊，否则的话，我们弄那么多国家公园，我们信任他编了那么多的预算，那我觉得还是要冻结一些预算，让他们做改变。好，谢谢。我们先请陈昌明委员。国家公园嘛，挂几挂来？上几挂回弄了，挂几挂来？各管处都不要。其实我听到专卫雄委员跟啊，我们那台北市啊，杨志委员呐、啊、哈，啊不是。所提的我心有戚戚焉，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这个地方我被你限制，你又没有补偿我啊！我一世人可能你拐西底下啊，你都市人去到阳明山到垦丁公园的时候说好山好水要被我保留着，但是我的权益在哪里？这个就像我们乡下的发展一样啊！因为我刚刚有处理这些事情，我才了解到这严重性，所以部长，其实在这个地方，包括阳明山的建筑法规、国家公园管理建筑法都全部要去修一遍，大胆的修一遍、哦、如果在地的那边你不说我房子泡泡台风来了地震来的话，什么要原样的保留啊，稍微高一点都不行。你没有补偿我好山好水，你们在享受，我的权益完全受损了、啊、这非常啊不公平的，而且跟土地的、哦、你们一直在强调、哦、土地的争议，这个争议就是要你们来解决。所以我觉得啊、哦、有国家公园管理局，尤其是垦丁啊那个阳明山公园的时候，那个建筑法规真的要修理比较有人性，比较合乎人情，不要被绑了啊，享受别人在享受啊！我感到我这个人底下寒手骨腰几十年都不能动，这个不合理，这个真的要改。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你们要提一个主决议，彻彻底底的把建筑法规啊、国家公园里面的建筑法好好的修一修了、啊，才能真正保障到百姓的人民的权益了、啊。严厉的，好。接下来请陈其迈委员，然后再来是林立成委员。这个我是建议那个部长了啊、哦，
因为这个国家公园管理哈，刚刚那个姚文智委员讲的很有道理的，大概我们都是在做一些管制啊、限制啊等等这个部分啊。对，你把它放在营建署哈，然后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大概就是如此了，就是该管的不管了，不该管的又限制一堆啊，所以造成说我们现在国家公园的一些困境。那像我们那个玉山国家公园啊，甚至阳明山国家公园了哈，还有这个垦丁国家公园，这个都是世界级，对台湾的推展观光来讲都是，还有太鲁阁国家公园啊，这个都是在我们的一个观光产业里头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个点了。结果我们是交给这些最保守、最我们在属于营建管制部门的这个主管机关哈，在做一些限制管理。所以我建议部长真的是这个讲到我都不想再讲了。假如官员的这个脑袋不改变了，思维不改变，那就换官员。哦，所以我是对营建署长是非常有意见的，我是对署长非常有意见的。你垦丁国家公园在管理，像我那天去这个我很久没有在垦丁国家公园去潜水了啊，因为我去了以后我才发现说你这个所有的官员哦，讲到我都不想再讲，说怎么跟官员沟通，讲了也没用，对哦，夜潜还说啊，大家担心说夜潜的话什么安全啊，全世界大家都在夜潜，那种潜水的这个活动是国际相当普遍的一个休闲的运动嘛，对不对？那你不要说你要怎么管，不会管你就是参考其他国家的一个管制标准嘛，或者是管理标准嘛，对不对？真的不会管你就参照国际的标准，结果我们是最保守哦，我们的法令、我们的规定等等这个部分假如都没有改，你有那么好的潜艇有什么用呢？我们的国家公园就荒废在那里啊。我说我讲话是很重了，这个处长也是，大家都是好朋友了，对不对？这个观念都没有从观念上去做一些调整哦。你看，光看我们太鲁阁国家玉山这个景观了哈、你说像我过去在英国，英国哪一个点会比我们玉山国家会好呢？对不对？那每年吸引那么多观光客，这种天然的自然资源是台湾最有竞争力的。这个观光的这个景点啊，这个难进来呢，所以我是真的劝部长说，观念上哈，或者是组织架构上要做一个大的调整啊，战略上要定得清楚嘛，啊，不然的话，这个我也不晓得说这个我们几位委员可以当多久，部长可以当多久了，哦，我们这个国家公园那么好的一块宝石。那因为我们观念上没有做一些改变，大家没有去把整个观念上做一些调整，我们在省什么预算垃圾桶啊，什么门票收入啊，啊心这套好，每年都在省这个啊，对不对？有那么好的这个景点，这个看起来真的是摇头，这种做法是那么官僚、那么保守、那么守旧，都没有创新的一些跟国际接轨的一种对于国家公园看待的一个态度啊，我们这个。沈总预算是，讲了也没用啊，对不对？所以我的观念没有改变，那就主管换人，对不对？不然我们每次这种大家都是送来这种省国家公园省已经省了好几年的国家公园的预算，这个不是我爱发牢骚，我也很少发牢骚了哈。那观念没有改变的话，我沈总预算真的是很痛苦的。我们内政部的部门里头。营建署就是最保守的一个部门。好，我们接下来请林立财委员，那接下来是赖瑞龙委员。其实我们赞成刚刚那个陈绍明委员讲的，其实我觉得说第一个是我们的所谓的拆除一些违建，那我的提案里面也看到说违建确实是越拆越多，那我们在拆违建当中又要去考虑到我们当地的居住的所谓居住权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营建署要扮演一个，你又要保护所谓的国家生态，然后呢又要维护当地的居住正义，所以呢，营建署要扮演的
两边的沟通的一个桥梁，如何去两边都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去接受的。因为现在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就沟通方面都没有很通了哈，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除了违建以外，就还有我们的垃圾。在垦丁那边，因为我记得我们有时候去会觉得整个垃圾真的是比大型的夜市的垃圾的那一种整理还糟糕啦齁，有时候啦。那我觉得说这一块也必须要去做，因为它是一个国家公园，它是一个生态，讲难听一点就是我们台湾对外观光的一个门面，我们喊的新南向观光，那好难来到咱台湾看到的都笨手，这样也没盖好啦。所以我觉得这块经费方面我不删除，我知道国家公园在经营方面都很辛苦，但我们动解只是希望监督营建署这边去做一个整合跟一个沟通的一个平台啦齁。那在于我2-16我也有提到我们的阳明山一样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违建，那如何去跟当地的居住正义，你不可以说为了要杀光光叫他们全部都那个，那这一块我觉得说营建署要很努力的去做沟通啦齁。我也知道这很辛苦的，要不过也是要做啦。好，谢谢。我们现在请赖伦委员，然后接下来是高陆文跟古拉斯委员。好，谢谢。我想大家的看法都差不多啊。那个包括国家公园现在有9个了哈，然后垦丁跟阳明山其实它违建的数量其实还是有增加。说包括我们现在除了国家公园，还有国家自然公园，还有都会公园哈啊，所以说我们的国家公园法也其实蛮长久没有修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想要跟部长建议了。我想。但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也是一个很那个，但我也希望在部长任内的时候，能不能尝试着去做一个整体性的修法跟整体的整个定位上的思考啦。因为文官很多文官的意见给你，但是整个政策性的好、哦、不好做啦。但我是说也许需要整个重新再盘整一下，包括谈到了很多一些问题的跟居民的一些问题的部分，那是不是能够尝试去做一些比较长远的一些解决啦齁。那包括把9个国家公园的部分到底怎么样去再去做一些调整，然后包括自然国家自然公园、哦、到底它怎么样来处理，要不然像刚刚也提到、哦、像这个寿山那边的、哦、平住那边的都没有在动、哦、啊包括都会公园、啊哦啊、到底怎么样，所以说这个过去很多的时候不断的加入了一些东西，那到底国家是不是需要这么多样的一种啊，或者怎么样调配才是一个适合，我希望与部长能够，但很忙了，很多事要做，但也许花一些心力把这个做个盘整，也许对台湾的永续资源的运用会有很大的一个注意。好，以上建议。谢谢，我们现在请高陆委员。好，我这边、哦、要提到的是有关于玉山的雪霸的，还有太鲁阁这个管理处的部分哦。这个就是我们原住民跟这个国家公园长久以来没有落实在原基法22条所提到的自然资源的这个共管的这个部分。在前年哦，布农族的嘎巴斯牧师他们上山的时候，却因为国安法被告，这个是预管处的问题哦。那你们的共管在哪里？那个预管处的所有的这个范围，土地的范围几乎都是布农族的土地范围。那为什么我们布农族人要上山，就会被告，却会被依国安法提告？再来，上山的抽签都是给游客。好，那这个部分我觉得预管处要检讨。再来，太鲁阁国家公园，可不可以请处长解释为什么这一次的共管的会议，太鲁阁族人要愤而退席？那表示说你们在共管是玩假的嘛？好、哦，部落族人他退席哦，这件事情是我就已经知道，而且已经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哦。还有一件事情，梅园族村的道路通往梅园族村的道路，请问一下通了没？应该是没有通嘛。如果你们没有忘记梅园族村通往梅园族村的这个道路，在88风灾那时候垮的时候，曾经死了一个人，摔死了一个人，因为那时候是我去采访的。你们没有把道路弄通，可是里面有部落族人去种菜、种青椒，在那个时候，部落族人他必须要把青椒运出来，可是因为你们认为这个没有办法处理，可是
然后呢，他们的生计也没有办法照顾。如果你们是用保育的方式，你们对于这边的族人的土地的使用，你们就应该要负责，而不是让他们在山上种青椒，又不给他们路走。结果到最后，我去做流笼进去，做流笼出来，隔一天的新闻报道出来的时候，就有人摔死了。那请问一下，太管处你们在做什么？这么大一块土地，你们的管理到底哪里出问题？你们是不是应该要跟部落的族人好好的一起讨论，要怎么对于我们山林里面、国家公园里面的自然资源应该要怎么管理，而不是忽略里面的人，然后造成里面的伤亡，造成族人在土地上没有办法维持生计？那你们对得起太鲁阁族人吗？你们还叫太鲁阁国家公园呢？这个部分希望你们好好检讨。我在这里面动的预算大概是动大概十分之一，就是希望你们好好检讨，就是跟在地的部落族人共管的问题。好，那我们最后请郭大使委员。好，这个署长哈，我这边包括这个二支二十，我看我这同时有几个一起讲哈。二之十一之一，二之二十三之二，还有二之二十七之一，我这边这几案都是讲相同的事情。那么我们来看玉山国家公园这一个它的预算哈，来看几项我们的国家对于预算分配跟原住民族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190页，我们看到第十说明的第16。我们有编一点预算20万来让我们的建筑美化，好，弄得很有原住民的风味。17呢，就是给原住民的学生钱，好，然后说叫奖学金。18呢，就是说我们也有20万，好，然后说要办一些这个生态活动。那我们再看192页，我们看到有这个34点说有我们有原住民的钱。我们呢叫原住民去扫厕所，好，来做清洁工。然后排云山庄有我们也有编一点钱，我们给原住民呢来背外面来的这个游客的很重的行李。好，我们再看这个35点，也有原住民的费用，也是说一些这个管理的工作等等的。193页，我们看到第6点，我们有一些参访活动，好，然后就是也是办活动的费用等等的。那不管在太鲁阁国家公园或是雪霸国家公园，都看得到非常类似的预算的分配。我们看到长久以来我们的国家公园跟原住民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关系，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关系。所以在我刚才所讲的这几案的提案，我是想要提醒营建署，其实在民国96年的时候，2007年，原民会其实已经颁布了一个原住民族地区资源共同管理办法，我相信每一个国家公园都非常的了解。第2条明确的讲说，资源治理机关就包括国家风景特定区、林业区还有国家公园。第6条有清楚的说，治理机关要聆听当地的原住民族代表、资源治理机关代表跟学者专家，共同建立共同管理机制。但是过去这几年，我们在几个国家公园里面并没有看到非常健全的共管会议的运作，包括我们看到有时候只是列席，或者说我们让原住民族参与决策的程度非常的浅。我们只看到每一年有这样的在不同的国家公园的预算分配，就是让原民来做一些非常低阶的工作。但是当然我还是要肯定，有部分的预算包括玉山国家公园的189页第11项，我们有开始思考到玉山国家公园要来跟原住民保留地来进行调整跟规划。雪霸国家公园当然也有部分的非常少额的预算来进行这个原民泰雅赛夏活动的规划。可是整体来说，我这几案的提案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能再这样在国家公园对原住民，光是看到这个预算就知道我们要的不只是，或者说不是这些小钱，我们要看到的是在更上位如何让原住民族分享决策，
而且这是民国96年就已经有的公告的一个要点，我们自己的法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很具体的成果。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我要说明的。再来就是有关2-23-1，我一起讲。泰鲁阁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这边要特别请问营建署长，国家公园里面到底能不能挖矿？泰鲁阁国家公园里面，泰鲁阁国家公园，亚泥在当地大概占了442公顷，可是亚泥的境内有25公顷是泰鲁阁国家公园。我很想请这个署长，第一个，你先回答您个人认为国家公园可不可以采矿？第二个就是为什么国家公园会让亚泥来采矿？这个是我非常的疑虑的，也请说明。我帮忙会诊所有委员关心的。主席，对不起，我再补充一件事好不好？我实在是越看越生气哈，我弄不懂为什么高雄都会公园的预算今年要减列，然后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的预算我们今年也减列，换句话讲，就是高雄的两个国家公园今年都被内政部减列预算。我看不懂，我不知道高雄有什么对不起内政部跟营建署的，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个预算是减列？而且你是召集人啊，你坐在那里，所以我希望这件事要处理。好，谢谢。那我们整理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原有住民房舍修缮等等的这个权益，好，那这个很多委员都有关心，那包括寿山国家自然公园啊，以及都会公园的这个行政定位。何时可以确拍板？那包括预算刚刚关心的简略的问题，那肯定国家公园业前的部分是其外文亲身经历的哈、哦、的问题，那以及玉山雪霸泰鲁阁国家公园的原住民权益，以及很具体的这亚泥为什么可以在那边挖矿等等的议题，我帮你会诊了啊，是不是谁？嘿，好，请署长好，嘿。好，我想非常谢谢哈，所有委员哈，可以说是爱之深的，所以责之切的哈，对我们国家公园应该是这样子的哈。那我就整体的就刚刚赵伟哈，还有各委员，这样的我做一个整体的回应。首先呢、啊，这个明年的预算哈，是说真的哈，是我们是被框列是减掉了哈，从原来整个国家公园是几乎是减的。蛮多的哈、啊，除了大概肯定是多了不到3000万以外哈、啊，其他各国家公园像玉山少了558万啊，那阳明山少了将近5000万，阳明山是多将近5000万了，那是为了因为阳明公园要给我们说错哈、啊，那泰鲁阁也少了将近4000万啊，那海洋也少了455万啊，台江也少了770几万，所以说是。啊，整个国家公园这个体系哈、啊，包括刚才说的我们营建署自己只管的这个高雄都会公园等等的，这个是从去年的本来有2亿1000多万哈、啊，那减为明年度才1亿8000多万啊，所以这个部分也都减了，所以可能是因为整个中央的财政的啊比较困难，那给我们的一个额度哈、啊、是有减，所以。以至于刚刚好像黄委员说的哈这些的经费哈是可能照顾比较不到啊，这个我想这个第一个跟大家各委员说明的哈。那第二就是说，所有的住民在居住的权益，甚至姚委员所提的说，可不可以哈在景观上，应该是这个国家公园管理啊的这个单位应该多给予哈这个相关的一个协助。那现在哈、啊、这个部分哈、啊、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也是第一哈、啊、是透过分区的哈、啊、不是第一个应该是透过国家公园的范围的调整啊，那像在这几年在整个国家公园计划的这个通盘检讨里面，如果是真的是它的这个国家公园原有的划的这个自然资源的特色已经不在，而且私有地都是100%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等等的这种因素，我们第一个是有一些是划出范围，比如说金门、阳明山，像玉山，哈、啊，玉山的都，在上一次都把这个啊，这个梅山的部落哈、啊，就南横的那个连山部落哈、啊，这个整个都啊就划掉了啊，就基本上大概就只好这样，而且这个也既然哈、啊，这个当地有这样需求，我们就来配合。第二个就是说计划的
啊，在分区跟它的使用管制上啊，我们在这个整个的内容上，我们是尽量来考量刚刚啊这个委员所说的。但是啊，就是说真的，我们在这个管理体系，我们还有一个是专家学者委员呐、啊，在国家公园计划委员会这些环保团体专家学者委员，他也会用啊比较严格，也甚至世界级的国家公园的这样子的这一个观点、啊、来督导我们，所以之间啊难免有一些没办法啊这个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不过就是说这个还持续。啊，是由我们啊，借由这样的一个体系，我们会在努力的哈、啊。这个，那像这个，比如说刚刚姚委员说的，其实我们所有的补助都有啊，比如说斜屋顶的补助都有。那像金门传统的这个闽南建筑的啊，那个补助更多，我们其实都啊都有来尝试啊，包括玉山或是太鲁阁这种属于真正的原住民的建筑风格的这个，其实我们都编。不过就是说历年来哈、啊，也不知道什么因素啊，说真的也。有些申请者也不是说啊就很热衷，因为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住原住民的可能还啊这个还是没有现代的建筑可能来得舒适吧。如果说真的要检讨是有这样子的，所以在这之间当然啊这个也许也是说原住民的建筑啊这个经费可能哦建造会比较贵一点，然后负担比较不起，是不是这样的因素？当然，我们也是持续啊来努力的啊。这个大概是在原住民的建筑权利上，我们分这样子，就是说，刚说啊，范围的调整、土地使用的管制的这个哈、啊，这个相关的再来试调、试修，然后相关的补助啊，我们也都尽量来做了哈、啊。这个是啊，在原住民的这个不管他居住或建筑权利的部分，我们是这样子哈、啊。那至于啊，这个刚刚啊，高路或是古拉斯委员啊。这几个所提的，就是说原住民哈，像这三个啊，这个高山型的原住民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从历年来，我们也是尽量在这方面跟原住民能够共存共荣啊。基本上我们做得到，还是尽量是会去做啊。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做。那当然现有的这个机制，像比如说共管的话，其实决策的这个分享啊，基本上像这个决策的分享，当然。只要是合理的，我想我们绝对不会说啊，这个故意哈、啊，这个忽略啊，共管的这个参加的这个原住民的委员哈、啊，说这个不采纳了，不会的，啊，这个我们还是啊，这个说真的，有时候也可以啊，请如果说带了几个啊，三个管理处如果要表示意见的话，我想也可以来补充一下啊，基本上不会说啊，故意不这样。那至于那个啊，像那个。玉山的布农的啊，当然是我们的骄傲。其实我们光这个布农的啊，这个同仁啊，在玉山就有二十几位。我们一直在说的都是他们是我们的骄傲。全台湾最好的猎人全部都在玉山国家公园服务，好、啊，有几个是真的是我们敢称，我们甚至都非常骄傲。跟包括国外来的外宾，我们都说这是我们国家公园的骄傲。譬如说，包括爬这个哈、啊、圣母峰等等。啊，这个参加的团都有我们原住民的啊，这个以过去的同仁哈、啊、都有在参与，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说去把它忽略掉了哈、啊，不可能不会这样的。那至于啊，像比如说这个该做到哈、啊，比如说相关的啊应有的，那至于那个太鲁阁那个梅眼的道路，是因为这最近这个台风的关系，那可能要再重新的再跟啊这个啊这个原住民的。啊，这个啊，这个这个部分啊、原管哈、啊，这个原住民啊，这个那边的哈、啊，不管是县政府或是我们中央的啊原委会啊，可能都要再沟通一下啊，因为如果说因为这样子从这样的台风来看，这个原有的路线的规划是不恰当的话，那可能我们要考量，否则这个钱投下去，很快又啊这个一次台风来又不见了。这个也不是我们所要的哈、啊，等等。但我们持续会在啊，这个再来协调哈、啊。那至于那个啊，那个刚刚啊，郭老师委员说太鲁阁的采矿啊，这个亚泥的采矿这部分，我要非常的这个详细的说明。从哈、啊、这几个国家公园设立以来，玉山跟太鲁阁，我们已经这个仗已经打了起码二十年。从一开始设立，我们最重的这个国家公园的核心价值的保育战，就是打这个啊，这个采矿。那其实所有的玉山的矿全部被我们处理掉，太鲁阁就因为这25公顷，是因为这个矿业法的部分还在有
他因为他的约还没有到，但是呢，目前亚尼也是在我们的一再的要求之下，现在是完全在我们也是参考专家学者等哈，比如说国家公园计划委员的这项的一个允许之下，他的采矿最后，那他到明年的11月22号止就不会再续约，那可以说国家公园全部没有矿啊。那阳明山的一样的矿也是一样，历年来我们也依照相关的法律，其实也做了一些补偿。本来业者的补偿会哈，他的意思说，既然我停止采矿，你要赔偿。其实这个赔偿我们也都努力了好几年，从本来都非常高，以亿计算的，到最后甚至都是几百万、几千万就解决掉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啊，我要特别跟各位委员报告，有关这个采矿、有关国家公园核心保育的这个，我们还蛮骄傲的哈，绝对不会，这个反而是我们的骄傲，绝对不是我们的这个缺失啊。这部分我大概这样说。那至于当然了、多跟啊这个居民的沟通哈，包括违建的处理啊，那相关的当然国家公园法修法，我们是想修，那其实也在啊我们大院里面哈，我们也提出了啊，曾经也提了多次的修法哈。不过都是因故啊哈，也都没有这个修。那现在就是说啊，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我们部长哈、曾经也为了当时在台大任教的时候，我们也委托他帮忙哈、这个考量国家公园法怎么试修哦。当时部长也帮我们主持这个研究计划。那其实啊，部长也非常清楚啊哈、这个国家公园法真正的要啊跟世界接轨，当然也要适合台湾。这个部分之间怎么拿捏，我想我们会再持续努力，好不好？这个我是不是就基本上大概这样子说？那至于说，那陈其迈委员说啊，业权为例哈、这个管理观念要改哈、这个我们当然啊、会受教了哈、这个部分也不是说啊、怎么样，但是这个该做得到，我们哈，或者是说该以哪一个为重的这种拿捏的，我想这部分我们会来啊，这个朝这方面来努力哈。那以上是不是我先做这样的扼要说明？那个我先处理一下时间，我们再讨论一下下好了，因为我们原定12:10就要协商嘛。那我们的第二幕既然已经讨论到这边，我们再多一点时间把它讨论完好了哈。有姚文智委员，然后刚刚是那个胡拉斯委员、高路委员跟那个黄昭顺委员。那我们先发言到黄昭顺委员，以后我们试着处理看看。好，来，请。好了，我一分钟就好了啊。其实我刚刚看那个署长的回答哈、因为署长讲说我们有斜屋顶的补贴啊，但是我相信你数字摊开来哈、其实它就是寮背一格了啊，而且建筑的形式也不是只有斜屋顶啊。这个是一个可以从美学、从景观、从历史文化风土去讨论的一件事情啊。我主张的是一个系统性的，而且是从观念去调整啊。那如果说只是补贴，那因为每个人他觉得说他的生活空间呢，那个原来既有的房子，有时候几十年来的发展，他是不是会照你那样的一个格式？我想为什么成效不彰就在这里了啊？所以要检讨的不是说你有一个补贴的政策在那里，而是说那个补贴的政策其实完全没有去改变啊、我们现在所在主张的这个整个地方发展，到底说整个国家公园它在生态保育的各种的前提之下啊、我刚刚所讲的一切并不是说让你扩张建筑哦，我是在说在那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能够协助，然后让景观，然后还有居民的相当的权益也可以得到保障啊、所以这应该要从系统性来讨论了。好，所长，有关于土地利用的部分呢、我有两个问题。第一点就是原民土地的管制，您刚刚有说因为长久以来对原民土地限制太多，您刚刚有稍微提到说您愿意试修，那你可不可以再说你修正的方向是什么？第二点就是有关于共管，我在您的回答里面听得还蛮挫折的，听得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过去都做得很好，然后你们都有在做，但其实我就是再说一次，历年来的预算书在国家公园里面的预算结构，我们就是看到有编钱让原住民去当杯工，让原住民去扫厕所整理道路，然后这个让原住民去做非常低阶的工作。所以我要问你，如果你们真的有开过共管会议，
你们光是去年或者说过去三年之间，我觉得在这里所有的国家公园都在这，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们开过几次公管会，主题是什么，原住民决定的是什么，并且提供会议记录。那你们现在也可以口头的先说你们让原住民决定了什么。好，那我们请高路委员。好，我也是回忆一下署长，可能因为你都在台北，你都完全不知道、各个国家公园的真实的情况、玉山国家公园您认为很骄傲的布农族，他抱怨连连，就是玉山国家公园不尊重布农族。这个在今年的高山论坛的时候、其实与会的人就一直在抱怨，所以你没有听进这个布农族的声音。第二件事情，太鲁阁国家公园为什么那个共管会议族人为什么会退席？因为他认为这个共管是假的共管，他不是基于对等的地位的共管。共管这是原住民的权利，自然资源权的共管是原住民权利，不是一个国家的施舍，请你们要搞清楚。第三点，梅园竹村的问题我很清楚，因为我差点死在那里头。那个道路的问题，它的确，它道路是一个比较破碎的地段。可是我刚刚有提到，假设你们是基于保育，让族人牺牲他的生计的这一个权利，其实国家公园要负责。部长，你懂这样的一个环境补贴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以上的要求也是希望。国家公园三个国家公园对于在地的族人这个共管能够真正的落实，谢谢。好，接下来黄昭顺委员，然后陈昌明委员跟陈其迈委员，你没有，陈昌明没有，那陈其迈委员。主席，我对刚才那个署长的说明非常的不满意，因为我看的他整个国家公园的经营管理的这预算是新增加的，而且增加的幅度还不少。那我们这两就是都会公园跟寿山国家公园，他们不仅仅没有把我们组织化。更严重的，而且它山的弧度是非常的高。那你比起其他的公园来讲，我看他们有的是三四十几万一点点钱，那我们是三千万呢。我不知道什么理由，就是我们高雄的都会公园跟寿山国家公园，不仅只是组织没有办法正式，而且还要用这种方式来删。你总该告诉我删的理由是什么。好，那请陈其迈委员。这个刚刚处长有跟我沟通了哈，部长跟署长，我是建议这样了哈，这个我半年后我再去了，因为也很忙，没时间去啊。我只要求一项，就比照国际标准，啊，国际的其他的这些，包括这个潜水的一些地方啊，因为我为什么在讲潜水？垦丁最漂亮、最丰富的是在水底下，它不是在山上嘛，对不对？它是最漂亮的珍贵的资源，因为它的这个生态多样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嘛。最漂亮是要你要管，要这重点要放在管水下的这个生态维护嘛。对，所以我们有很多点都是世界级的潜点啊。啊，结果我们有的不能去，理由是说它不是因为要保护生态，是因为什么安全啊，什么其他的这些管制理由不能去。哦，那是很奇怪的事情啊。你看，肯定珊瑚在下蛋，全世界有多少人来，对不对？啊，这个合不合法？去看合不合法？要不要申请？这我的意思是说，在其他国家在做这些管制啊，它都基于对生态的保护。我们不是啊，那一天你也在署长讲哦，啊，夜潜做一样没问题，这个谁来认定啊？这个讲难听点，署长也不会潜水啊，所以我才为什么要讲说，这种我没有那么好的资源啊，但是我们。我今天也不会删各位的预算了，我连一个垃圾桶我都不会删，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管理跟观念的改变，这个是无形的资产，你会创造多少这种观光的收入嘛，或者是对大家对于生态的一个体认跟了解嘛，对不对？你都不用花任何一毛钱，这个是观念的改变嘛。我一直在沟通的观念是说，我像我在其他国家这种潜水的经验非常丰富啦，哈，我蛮跨过哈，专税改，所有的这个官僚体系比我们更落后的国家，我们他这秩序说我们现在是民主国家，对不对？我们有很强的文官，
你马来西亚、印尼，甚至那些小岛国家 的观念都比我们进步，不管是保育，不管是观光，啊，结果我们有最好的，结果我们这一群文官的我们的好朋友了哈，这个处长来很认真，我知道了，已经跟过去改变很多，所以说你要跳跃式的跳脱这个位置，好，然后从一个国际的一个标准来看，说到底我们怎么做嘛？你这样才能够彻底去改变我们整个对于国家公园的一些战略啊！你看玉山大家讲那么多文化的多样性啊，包括这个布农族刚刚也讲到说啊，这个全世界你去哪里找这些地方？无啊，这是我们台湾唯一在全世界来讲，这个是很少见的这个。这个你去阿尔卑斯山哪有什么原住民呢、啊？或者说其他有什么？哪有说像我们有那么丰富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资产跟整个自然的一个景观？所以我真的是，我觉得说这个部长，我们对部长期许很高了。我们来了以后，把所有这些观念做一个完全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颠覆嘛，不用垃圾桶还是照买啊、哦，但是你观念上做一些改变，也许会让整个。我们的国家公园的样态完全不同嘛，好不好？好，那我们请署长。我想主席各位委员我简单的回应一下了哈。那刚刚提到，其实很多就刚刚有些委员也提到，就是管制跟引导这两件事的差异度了。其实我们在那边哈，垦丁大家不知道，我们最近一直在调整。那垦丁在十年前就在推生态旅游，那生态旅游的推动，其实让社区跟环境做一个结合，那守护社区、守护环境，会跟他的社区的一些经济来源会做一些 combine。所以，因为这样的连结，其实我们最近也在推，就是海域生态旅游模式，希望大家社区跟海域的活动能够结合起来，这样更进一步。那刚刚陈委员提到的这个潜水这部分呢、啊，其实我们。上次陈委员来办了座谈会之后，其实我们最近准备再更深入的再讨论一次，可能找一些专家学者，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去外面看，但是我们可以请专家学者，还有这个潜水业者，大家一起再讨论一下。我觉得制度的导入是必要的。其实像以往我们只是，譬如说海域游憩活动管理方案里头，它都是活动都是正面列举，但是有些不在里面的，就完全不同意。那现在我们正在检视，譬如说独木舟活动不在里面，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先试办，用试办的程度，只要在安全控制、环境控制底下可以完成的话，我们再 copy 到其他海域。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同意哈独木舟的活动啊，在后湾试办。这个是我举个例而已，就是我们希望说哈、大家去面对问题，把它导入。但是我也是希望说让社区。好，把这个环境资源变成环境财，跟社区的守护结合在一起，这样我想在垦丁的部分才有办法，因为人太多，你必须转换观念。所以我想这一点，谢谢各位的指教，我们会再努力。谢谢。好，请署长把刚才大家关切的原住民特别公馆会议哈，那以及黄昭顺一直问说为什么高雄的两个是那个地点删这么多预算哈，可以说明一下。好，这。关于原住民的部分哈，其实我刚才说的哈，管理处不管是在原住民朋友的就学的补助哈，或者是在就业给他的一个机会，当然如果他可以在我们国家公园类似的一个经营管理这样事业可以做的话，我们也乐意来辅导。譬如说现在就是那个由原住民叫吴一龙啊，这位朋友哈。他现在所有的排云山庄的这个部分就由他来来经营管理，好、这个像这样子的相关的这种整个由他经营管理，我想我们会就是说在尽可能之下，我们希望刚刚说的共存共荣了那没有他们，其实我们也非常了解像这几个高山如果没有原住民朋友在这边，其实有时候还真的是会遭遇到很大的一个困难点因为他们独特的这种这个体能甚至对山野的了解对这个环境的热爱，其实我们都基本上我们应该都了解的，好吗？这个那至于跟共管的部分，如果说还有不足的，我想今天是不是我们回去我们再好好检讨了，我们就这个委员的这样子一个，我们再把这个整个的共管决策分享的是不是我们再来加强一下？
那至于黄委员说的哈，因为这今年的预算确实哈，在国家公园的体系少了两亿多啊，整个少了两亿多，所以我们有点啊，当然在这种啊，只好捉襟见肘之下哈，我们只好真的是这样子。我大概这里有个数据哈。这里有个数据哈，大概是整个都减哈。这个我这个数据基本才是瞎给吗？不，这个我们是在这个。对，這個、你看这个国家公园的经营管理嘛，你看那个一百，这个我们逐季是给的哦。你看这本书嘛，我们是看这本书来的嘛。这个明明就增加，你马卖啊呢？那搞什么鬼？部长，我这本难不成你们送错的给我吗？昨天有减，应该是减吧。对呀、啊，这个都是减，对呀、啊，这个都减了、啊。你看这个第几页？基本上这个是130页，国家公园的经营管理明明就增加，不是跟那个环委报告。哎，部长，我大概不同意。整个营建署是，你不要跟我讲整个营建署的事情，我现在在跟你讲国家公园的经营跟管理。你看130页，你明明就增加那么多预算，结果我们都被你们剔除在上面。现在少了。国家公园经营是各国家公园。对呀、啊。你国家公园，你这个就明明就增加，你比起上年度的预算来讲就增加，明明就增加。你这本书，你看这本吧，嗯，你明明就增加这么多预算，然后我们被你们剔除在上面，然后我们又被你们减少，嗯，啊，你看我就没理由吗？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对，因为这个说真的，明年度的预算，我们整体来讲是。整体来讲是少了，是少掉了，少了11亿多，整个营建署的一，这是那个主席，你看那个130页的下面，他们整个的国家公园是增加的，我们这两项少这么多，而且比例上少这么多，而且要求他把它组织化，到今天他到现在没有松口哦，他到现在在答复还没有松口。对，一方面哈，跟黄委报告哈，因为署内的预算，明年哈这个相关的哈，譬如说在国土的规划、海岸的这个哈规划管理的部分，它算是明年度真的是大幅增加。那这个是依这两个法不得不去做的。那这个有点挤压到哈这个整体的这一些来了，所以这个是跟黄委员说声抱歉。这样子啦哈，因为我们也不能加预算，但是我们对于你们。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比例上的不公平，当然我们还是会很在意。所以后面我看有主角一次提到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的行政定位确认的这个主决议哈，那在那个主决议里面哈，那当然我们看待会黄委员要怎么写，我们建请哈，你们明年度必须要把这个高雄的这两个相关的这个公园的预算，它要怎么样的去强化的部分，来弥补今年不足，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增加预算嘛哈。那个主席，其实我是蛮支持营建署长的啦，伊要去送领金的啦。但是医生搞到宠安尼吼，我都没好，他没办法支持。时间的关系，第二个他的组织啦，对，他必须要答应我们组织要怎么处理。有你后面那个主决议，你有写吗？哈，那个写一下。那我们请那哎，主决议本来就有了，不是吗？那个写的还不够，好，那你再看一下怎么强度再很快的讲一下就好。我先讲一下哈，就是。刚才署长的回答其实我并不满意。我再说一次，我们在预算的结构里面可能有看到说叫原住民扫厕所整理土地，或者是去唱歌跳舞 做一些文化活动。当然我们也有看到一些预算，正如您刚刚讲的，其实我们当然有往前进步，例如这个鱼龙在这个盘云山庄的管理。但我们要的不是你给我们多少奖学金，我们不是说摊位可以多几摊这样子的事情而已。但您刚刚的回答是说这个，那我觉得共管不是这样。我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哦，去年4月2号有一个会议，叫做国家公园法修正案工作小组跨部会研商会议。这个会议里面有各机关，包括原民会等等，但是内政部派了谁？内政部在当时派了一位詹德书，他当时是阳明山国家公园的代表。当我们要讲国家公园法修正，国家公园里面的原民的狩猎的问题，我们只看到营建署派一个阳明山国家公园的代表来。国家公园主席组长，我知道。那你当时是阳明山的代表？4月2号，去年的4月2号的时候。好，那没关系。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像在这样子的讨论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组长来讨论，但是我并不晓得说在这个会议里面到底我们做出来的结论后来带回去国家公园里面讨论是什么。所以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来说，其实我觉得在各个国家公园里面的讨论，那个共管的机制要成立。我们不会删预算，可是我还蛮坚持要动预算，我们希望可以在近期之内看到赶快这个机制是可以建立的。高陆委员最后一位发言，我们就来处理了，好不好？我很简短哦，因为我刚听完署长讲完哦，我真真切切觉得署长完全不懂共管的争议啦。那如果既然你不懂共管的争议，我觉得也不用再讲了。那我们的预算，好，我那三个总共是动7800万，我可以加码吗？可以增加吗？直到你们能够了解什么叫做跟原住民族共管，真的不用再讲了，因为你越解释会让我越难过啊。好，这个其实是确实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啦，哈。好，那这样子哦，我们这个说明，我看不要越讲，你们可能会被动越多。我觉得，你看，哎。好，我都还没有发言哦，我是觉得不要处理就好了啦，因为你们的观念根本就是要改进啦。好，不要讲了，时间已经快到12:30了。来，跟那个委员他们是西古拉斯新的哦，我是很久了在这边跟你们讲共管讲多久了，陈其迈委员在这边有跟我们讲过讲了。对，你们改变了多少？我真的已经懒得发言了。我们哈、哦、这个课题哈、哦、是观念的问题啦。观念不改，你永远都这样。好，不要了啦，各位委员，你们想要审到晚上12点的话，就尽量补充好了哈、哦。来，那个2-3、2-15、2-22、2-27跟2-28都是国家公园，分别有垦丁、玉山、阳明山、太鲁阁、雪霸跟金门，这样是1、2、3、4、5、6。六个是跟国家公园有关的，因为大家关心都是国家公园嘛。我建议是不是每一个国家公园冻结200万这样子哈？1、2、3、4、5、6这样子加起来是1200。嗯。你说整个第二幕是不是？我这样子啦哈，我先处理黄教授我跟你讲的那个部分，你们可不可以具体承诺，明年这现在过度高比例减列的那个高雄都会公园跟寿山自然公园筹备处，你们必须要在明年的预算里面把它补回来，这样可不可以在这边承诺一下？后年，107年，哎、欸，麦克风啦、啊，尝试这样的，如果说可以在预算法里面可以留用一点过来的话，我们尽量哈、啊、来这个调到寿山或是高度来，好不好？如果了，哈、啊，对，如果了，啊，就是高雄的山比较多了。我对那个庄瑞雄，我严重抗议，我们被删多少，你知道吗？哎、欸，拜托哎，阮家三四个高高雄的留意坐伫家里哦，哈。在看到山，这种医生看到。哇，恁人较侪了，要敢去无？啊，阮家床卡，阮家门禁卡这样。家的呢？你们是真的？我们是高雄加500，屏东肯定就要加500啦。你是今年高雄肯定加了2000多啊？要不要我？我不是假啦，我是103、104，我咧起迄个鹅卵鼻，创啊，怎么创啊未起来？连发包都发包不出去啊！恁拢干呐挂数字尔。好，我们重视那个均衡啊，好不好？你不要有过度比例不公平。我知道你们整体都减，但是你不要说。减的比例有失衡啊，有失衡的部分你们必须要把它啊调整回来，好不好？那再来的话，我看很多委员都对你们那么大的意见，又不赞成个别处理，那我们就整个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经营管理这个目哈，我们冻结3000万，好不好？我总共是7800，自己分配这样子好不好，嘉伟？因为我本身有提，就是他真的提了一个共管计划，然后真的有确实实施。那部落族人真的有跟部落族人沟通，就解冻嘛。
我是建议这样子啦，就是说那些课题太严肃，所以我建议还是要来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时的动资啦。哎，书面那随便写一写 ，OK， 对不对？怎么可以这样呢？好，好，那要做专案报告。那个组织一定要帮我们。不要5000好不好？不要3000呐。7800已经很少了，是十分之一呢。对啦，主要是让他们来报告啦。好了，3000万了，好不好？部长都这样说了。好，不是啊，组织的部分，请黄委员你的那个主决议啊，我们把它写的严厉一点，好不好？好，然后我们先休息。主决议有三个，有三个主决议。有三个主决议，那个内政部都没有意见的哈。好，那我们三个主决议都通过哈。好，我们现在休息。下午2点开会啊，请各位，我们现在朝野协商哦。如果有，请大家可以留下来哈、哦。好，那请发便当哈。哦